突入就抽筋了，比较威猛的三分抽筋了，三分进了，哇，天哪，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咪咕视频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 CBA 23-24赛季常规赛第一轮浙江稠州金苏对阵上海九世的比赛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太阳，那同样呢要欢迎两位老师坐镇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与评述，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浩哥和天宇哥，欢迎两位老师。各位咪咕的球迷朋友们，郑浩哥以及小太阳，大家第一轮的比赛好。大家晚上好。是的，那么在我们赛前开始畅聊之前啊，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游戏的一些介绍。 CBA 官方授权手游中指栏全力以赴震撼上线，7日登入活动呢就送郭艾伦和胡明轩的球星卡，那热爱篮球的兄弟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可以点击直播窗口下方的 CBA 游戏就可以抢先体验了，一切精彩尽在中指栏全力以赴。下面时间请到天宇哥为我们带来一个本轮对阵的介绍情况。好的，谢谢小太阳，我们也是跟随我一起来看看本轮的对阵情况。那么第一轮的比赛呢，今天晚上会全面的来打响。那么其实在昨天揭幕战的两场比赛，辽宁本钢队是在主场109-85战胜了南京头牌苏九队，广东华南虎队是118-98，也是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山西汾酒队。那么今天晚上呢，福建队将会在主场来对上浙江东阳光耀队啊，四川金强队会在主场来对上深圳马可波罗队，宁波听卧队要在主场对上天津先行者，北京北汽要对上九台农商银行。我们为您带来这场直播呢，是浙江稠州金苏队在主场来对上上海九世的比赛。那么明天还会有三场球，分别是肯尼亚来对上新疆伊利特，北京控股来对上青岛国信水产，以及广州龙狮来对上山东高速队的比赛。是的，以上呢是本轮对阵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还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会员福利了。相信观看直播有非常多朋友可能还不是我们的会员，也可以现在加入进来。钻石会员季卡限时5折购，您现在订购钻石会员呢，就可以畅享到 CBA 的全量精彩赛事，更有高清免广告、CBA 特色视角、超清 4K 投屏、直播间抽奖等诸多特权。季卡呢，限时特惠仅需要40元，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把握住。现在可以点击直播窗口下方的季卡5折，就可以参与到火速订购了。那同时呢，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呢，咪咕还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今晚对阵双方的巡礼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浙江球队的一个巡礼小片。欢迎收看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24赛季 CBA 球队巡礼，本期带大家走进浙江稠州金苏男篮。上赛季的浙江男篮可谓一路高歌猛进，常规赛位列第一，季后赛更是杀出重围，首次闯进总决赛。但面对总决赛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辽宁男篮，最终还是未能问鼎总冠军。近日浙江男篮公布了新赛季球员名单，这支一直以团队实力著称、注重团队协作的青年军卷土重来，将再次向总冠军发起冲击。国内球员方面，浙江男篮拥有联盟最豪华的后卫团，吴前作为球队的核心人物更是备受关注。上赛季吴前改变了自己的球队定位，从先发控卫改打球队第六人，常规赛场均得到17.2分，三分命中率33.1%，率队拿下联盟第一的35胜7负战绩，自己也当选赛季最佳第六人。但在总决赛与休赛季期间，吴前遭遇伤病，遗憾无缘总冠军的同时，也落选了国家队。但即便如此，吴前依旧是联盟中数一数二的球队核心，也是浙江男篮队中最重要的得分点之一。新赛季也希望吴前找回此前拿下 MVP 时那个中国库里的风采。
浙江男篮这些年的崛起，除了有乌前个人发挥以外，年轻球员的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个休赛期，于家豪与程帅鹏也凭借在联赛中出色的表现被乔帅看中，随中国男篮出征亚运会。上赛季常规赛，于家豪场均砍下10.8分、6.8篮板。虽然两项数据较新秀赛季有所下滑，但在面对强队时，于家豪都有不错表现。如果要评选上赛季 CBA 最佳进球，程帅鹏在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的绝杀毫无疑问排名第一。凭借不讲理的三分绝杀，程帅鹏不仅拯救了球队，帮助浙江首次杀入总决赛，也让自己获得了更多球迷的关注与认可。上赛季常规赛，程帅鹏场均可以砍下12.7分、2.7篮板、3.3助攻。他不仅在外线屡屡发炮得手，他更重要的优势是在防守端。新赛季攻防俱佳的他将是浙江男篮外线最重要的利器之一。陆文博、王一博在防守和突破方面表现出色，如果有了更强的稳定性，浙江男篮的后场组合将成为上赛季年度最佳教练王世龙的最强武器。浙江男篮在休赛期引入了三名外援，分别是盖利、雷吉佩里和马利克纽曼。盖利上赛季就已经在浙江男篮效力，为浙江男篮场均砍下16.4分、6.2板、5.1助攻，与球队产生了不错的化学反应，对球队的打法和战术非常熟悉。雷吉佩里身高2.06米，曾经在 NBA 效力，休赛期随球队一起出战了洲际杯。面对埃及劲旅，佩里得到23分、12板，他的处理球技术成熟，策应能力稳定，防守积极主动。另一位新外援纽曼是一名综合能力极强的球员，得分能力突出，拥有极强的天赋和潜力，上赛季效力于 VTB 联赛。纽曼代表球队出战26场比赛，场均33.6分钟，贡献18.9分。他具备出色的突破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在今夏洲际杯的热身赛中，纽曼的表现并不理想，单打独斗的作风并未得到主帅王世龙的认可。但如若纽曼能及时调整好状态，与团队磨合到位，他将是一大杀器。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经历了上赛季总决赛的磨练，以团队协作的团队精神为基础，加上优秀的外援配置，浙江男篮无疑将是 CBA 的顶级强队，有实力叫板辽越，向总冠军发起冲击。新赛季的 CBA 争冠格局将发生变化，机会和挑战并存，浙江男篮能否在联盟诸路豪强的比拼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来。那么刚刚看过了浙江队的一个巡礼小片，相信大家也知道浙江稠州呢其实算是本联盟当中进步飞快的一支球队了，上赛季呢更是杀进了总决赛。那么不知道两位老师对于本赛季浙江队有何展望呢？浙江队在这个赛季的出征仪式上面提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目标叫做最高。什么叫最高呢？上个赛季亚军，这个赛季他们要想突破的话，那就是势必要朝着冠军去冲击了。刚刚我们从这个巡礼片上面也是看到，这个赛季其实他们在球队的整体阵容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核心成员虽然年长了一岁，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更为成熟了一些啊。三名外援的配置也是到位，但是我也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我们说这几年其实浙江稠州队他们每年都会选用一些没有打过 CBA 的外援，可能这方面是不是有点开盲盒的意思？不知道郑豪哥怎么来看待这个赛季浙江队这三外援的一个配置啊？对于浙江队来说呢，因为上个赛季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打到后来有很多球员受伤啊，特别是吴前的受伤，对整个球队在这个冠军战中的表现啊，还有盖利的受伤，对他们影响是蛮大的。是。那么从我来看，因为盖利这个外援还是相当不错，因为上个赛季由于受伤没有办法完全展露自己的能力，所以留下盖利证明整个球队对于他的一个认可。那么上个赛季那个赖特的内线呢时好时坏，确实不稳定。那本次来讲浙江队他就需要就是说更稳定的外援，那么内线大外援是换，那么再加上于家豪上个赛季总决赛也打了，那么这个赛季呢又在夏季的时候跟了国家队的训练，我相信对于他是寄予厚望的。那么刚才天宇也说到了，浙江队本身来讲是比较年轻的球队，但是呢随着这两年的那个磨练以后啊，这些球员已经确实是更加成熟了啊，特别是大家应该记得上个赛季表现出色的这个帅鹏啊，陈帅鹏打得相当出色。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赛季浙江队能够卷土重来，我相信只要他们保持健康啊，外援能够磨合好，
那么刚才也看到有新来的外援纽曼，但是这个应该是第二外援，我相信还是以辉，外线来讲，小外援是第二外援，以盖利为主啊，盖利确实能力是非常强。那么吴前保持健康，整个浙江队内线有高度，锋线方面、后卫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出色的人才。那么年轻的球员也是人才辈出啊，嗯，调了很多年轻球员上一队，19、20岁的太多了，所以证明浙江队这支球队，他这个青训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球队确实是很有底蕴。这个赛季对浙江队我还是非常看好。没错，其实这个赛季我们看到啊，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也是更加的合理啊。上个赛季我们说队里面可能还有像张岱宇这样子的老将啊，这个赛季张岱宇是离开球队之后呢，其实球队也是从青年队当中补充了几名年轻的新人，而这几名新人其实在我看到季前赛，包括说他们打洲际杯的这比赛里面，还是打得非常不错的，有亮点啊。是。洲际杯其实浙江队其实整个球队阵容也不是说很完整，但打得不错，在新加坡打，这个拿了铜牌。从外援的表现来看呢，新来的这个小外还是可以的，嗯，这个包括盖利也不错啊，大外援其实大外援应该是大外援在这个洲际杯已经打了，是啊，这个场上的能力也是非常强，也是比较符合浙江队这个球队的一个风格吧。我认为浙江队一个球队的风格是比较鲜明的，没错啊，嗯，所以他们找外援呢也是找那种能拼能抢能跑这种类型的外援。嗯，没错啊，刚刚正好哥也是跟我一块聊到了球队的一个阵容方面，但其实我觉得这一赛季其实上赛季结束之后，浙江队他们最先做出调整的不是他们的球队阵容，而是他们的教练组阵容啊，嗯，他们教练组阵容当中呢是补充了两名这个助理教练，尤其是在我看来他们补充这个克罗地亚曾经带过 U18 和这个克罗地亚这个二队的主教练这个安祖洛维克，对于整支球队想要往前更走一步的决心也是展露无遗的。对，因为说心里话，浙江队呢这些年啊，就是说他整个的一个球队的基础，嗯，打得还是非常扎实。就是我们从青训到打到 CBA 这些球员，年轻但是他们的训练的水平都相当的高。那么我们几个赛季一直说浙江队需要的说，除了拼劲以外，他们要有更好的这种应变能力，要有更好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那么这个有些时候你也急不来，可能你要通过一两个赛季、两三个赛季去慢慢的，我们说交学费，交完以后从中去学习到更多的经验，从而提升自己的打法跟自己的球商啊。这一点我相信在这个赛季，浙江的球迷应该对自己的球队是有很高期待。嗯，是的，两位老师也畅聊了非常多啊。那么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呢，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还正在为您独播新赛季首轮的对决。那以下呢，皆有四川对阵深圳、北京对吉林、宁波对天津和福建对广厦，以及本场浙江主场迎战上海的比赛，也是欢迎您可以实时的切换观看锁住咪咕视频的比赛直播。那聊了非常多浙江稠州金租这边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上海九市的一个巡礼片，一起看看。欢迎收看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24赛季 CBA 球队巡礼，本期带大家走进上海九市男篮。上海男篮自从九市集团入主后，一直是联盟备受关注的球队，不论是教练的使用还是球员的引进都毫不吝啬。在上赛季饱受争议的默契球事件后，教练组阵容迎来大换血，李春江遭禁赛五年，刘鹏指导再度成为救火教练，成为新赛季代理主教练。同时上海男篮引援方面再度升级，上海男篮在休赛期进行的一系列举措也宣告了新赛季继续冲冠的决心。毋庸置疑，王哲林是上海男篮最重要的球员。22-23赛季常规赛，王哲林场均能够砍下21.8分、11.7板，末轮对阵北控男篮更是狂砍61分，成为 CBA 本土历史单场第二高得分，仅次于孙军的70分，并时隔四年再夺 MVP 奖杯。但在今年休赛期的男篮世界杯与亚运会上，王哲林的表现遭遇外界流言蜚语与冷嘲热讽，他也背负了很大压力。新赛季即将到来，王哲林急需调整心态，逆境逢生，打出成绩证明自己。上赛季郭浩文曾试图进军 NBA， 但最终未能留下。新赛季郭浩文伤愈复出，将为上海男篮在进攻端提供重要帮助，他的回归将对上海男篮的战术体系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上海男篮从不缺潜力新星，
李洪权、刘李佳等年轻球员经过磨练也在逐步成长，新赛季的表现值得期待。不仅如此，已回归球队的刘铮在亚运会表现极佳，率中国台北队连续两届打进四强，升级归来的刘铮同样值得期待。上海男篮休赛期引进了袁唐文，他在2021-2022赛季曾以租借形式为上海男篮效力，因此对球队十分熟悉。他的加盟不仅能够提升上海男篮的外线组织能力，还能与王哲林形成很好的配合。值得一提的是，袁唐文在防守端的表现也有了显著的提升，这无疑给了上海男篮后卫线更大的补强。上海男篮在外援选择上可谓非常坎坷，吸取上赛季外援选择的教训，休赛期大刀阔斧裁撤三名外援后，重新签约昔日老熟人冯莱。这位内线悍将曾在2021-2022赛季加盟上海，并在常规赛出场23次，场均可以得到15分9.9板。冯莱的回归也给上海男篮在内线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尽管他在进攻端表现尚未完全达到人们的预期，但他在防守方面的能力却是相当出色的，尤其在为王哲林提供屏障方面十分擅长。同时，上海男篮签下美籍后卫约吉·费雷尔，这位2016年落选秀，先后效力于篮网、小牛等多支 NBA 球队，是一名出色的得分后卫球员。他的篮球技巧和投篮能力使他在进攻端具备很强的威胁性。但在此前的热身赛中，费雷尔的表现惨不忍睹，竞技状态低迷，进攻端不够稳定，防守端也不够积极，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新外援需要时间与球队磨合，后续的训练中，费雷尔若能与队员们形成配合，他将与王哲林、闫鹏飞、任俊威、刘铮、郭浩文等球员组成强大的主力阵容，为球队的排兵布阵提供更多调整空间，无疑是上海男篮的一大利好。新赛季上海男篮在休赛期的调整将为球队注入新的血液和战斗力，年轻球员的崛起也将为球队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杀向未来，相信上海男篮新赛季会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欢迎回来。那么新赛季开始了，忘掉过往，展望未来，上海队呢其实最大的变化在今年夏天提拔了不少年轻球员。大家都知道，上海队目前阵中的一大半可能都来源于00后球员，那么这些新鲜血液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合，可是谁又知道是否会有产生新的化学反应呢？我们来听一看两位老师对于本赛季上海的一个展望吧。上海队大家都知道，因为经历了上个赛季的这个风波之后啊，其实在整个休赛期的时候球队是非常低调的啊，只是从青年队上面提拔了很多名，就像小太阳讲的，很多名的这个年轻球员，自己培养的球员为主。而在外援方面呢，我们说选择冯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曾经在上海队效力过球员，而尤其费雷尔能够来到球队当中，我们也是看到球队可能是在这个赛季会改变一些想法，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战术打法。更主要的是，这个赛季刘鹏指导重新执教球队之后，会给这支球队可能在战术上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啊。正好哥怎么来看待一下目前啊，在我看来是有点老的老、小的小的这样一支缺少中生代球员的这样一支上海队这个赛季的一个前景呢？对，因为对上海队来说呢，我们说这个赛季他们的口号是以陈志明杀向未来，杀向未来，那等于说上海队并不是说很着急，说我这个赛季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就是以年轻球员为主，慢慢的去把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培养起来，整个的目标设定以后，那么从教练团的这个工作方面来讲，也更加能够去定位。包括从球员的选人方面也可以更容易去定位，是吧？那么年轻球员更多的能够上到一队，那么在这样的比赛中间呢，当然是一个要看年轻球员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队中的几名老将，包括你看像王哲林啊、闫鹏飞啊、刘铮啊，这些有经验的球员如何去带领这些年轻球员去进步，其实这个对于整个球队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就像刚才天宇所讲的，就是老的老、小的小。当然上海队也有比较好的利好的消息，就是说，哎，这个赛季袁唐文回来了，啊，袁唐文从后卫线上来讲，虽然得分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他的串联、他的防守、他在场上那种带动能力是很好的。那么郭浩文的归队，虽然今晚是不能打啊，对，那个，但是郭浩文的归队跟他的打法来讲，我相信对于整个上海队，破坏力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关键是这些阵容，看刘鹏指导如何把这个球队能够捏起来。
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嗯，其实每个球员拆开来讲都还不错，包括李天荣在季前赛的表现也是不错。没错啊，从看来这个夏天都练得不错。那么主要是看这个比赛的开这个赛季开始以后，整个球队是否能够尽快的能够上到这个轨道上来。啊，当然刘鹏指导他有他的优势，因为一直在队里面，他对这些球员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现在教练团里面还有芦苇指导，嗯，那么这些年轻的球员他也是带过，所以对这些球员他是非常了解的。那么我相信这个教练团能够更快的把这些年轻的球员能够融入到整个一队的战术体系里面，能够打出一个团队篮球。是，嗯，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这个上海队的一些情况啊。其实这个赛季整体上来看呢，上海队尤其是这几名年轻人，从季前赛的这个情况上来看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正好哥觉得说这么多名年轻人当中，你个人会比较看好谁在这个赛季的发挥呢？其实这么看，因为有些时候年轻球员是需要上场机会的，那么上场机会的话你要看整个阵容的搭配。那从现在来看，好像在热身赛里面马典曾也是得到了比较多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上海队的内线王泽林包括闫鹏飞，其实上个赛季也都有受伤的一个情况，锋线方面后卫方面的人更多一些，竞争会更激烈，所以我觉得在内线方面的年轻球员会有更多的机会啊。因为大王这个国家队打下来，这个无论在身体方面也好还是精神方面也好，我觉得是相当相当疲惫，他也需要边打边去调整，所以我希望就是上海队的年轻的内线球员能够给予球队更多的一个帮助。没错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派出了特派记者啊丁义阳来到了这个前方，我们也是来听听我们的特派记者，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赛前的连线报道啊。丁义阳你好。老师们好，咪咕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浙江稠州的球员王子路，子路你好。你好。那这个赛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息跟调整，上个月球队也是去参加了洲际杯的比赛，今天是我们常规赛的第一个主场，球队今天整体的状态怎么样呢？大家总体来说是比较兴奋嘛，因为一年了嘛，一个新赛季的开始，大家通过一个夏天的训练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好，那上个赛季我们也是看到稠州的表现非常的不错，从首次常规赛第一再到最后杀入总决赛，然后首次拿到了联赛的亚军。那大家也都知道稠州是一支非常有潜力的球队了，那这个赛季球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就是通过这一个夏天的磨合，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了吧，然后跟去年比，包括技战术包括一些防守强度上都会有一些提升。那今天对阵的上海九世呢，在前段时间的这个中欧篮球冠军杯中也有过交手，然后那场比赛你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个人得分，所以这个赛季球队对你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呢？定位的话，因为我球队现在也出现一些伤病嘛，然后难免的会有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所以说也希望尽力能完成好教练布置给我的任务就好。好的，谢谢子路，期待你今天的表现。那今天在现场呢也是来了非常多的浙江稠州的当地球迷，然后球迷们现在也是在陆陆续续的进场了。今天在两队热身的一个情况看下来呢，两队整体的状态是非常轻松的，不管是刚刚从国家队归来的球员也好，还是说伤病痊愈的球员也好，这跟球队的一个整体磨合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两队呢今天的一个整体状态我们能够看到啊，今天一个热身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积极，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两队的一个表现。而且就我之前跟球迷了解到啊，大家也是非常期待浙江稠州在新的赛季是否能够超越上个赛季稠州的表现，最后直指总冠军呢，相信这个也是稠州今年最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今天让我们期待两队的共同的表现，以及期待我们浙江稠州在新赛季能不能够拿到常规赛的第一场主场的开门红。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特派记者丁义阳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王子路的采访，包括说前方两队的一个备战的情况啊。是的，确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其实没有想到说赛前会采访到王子路，因为王子路上赛季确实表现很不错。然后其实刚才想聊聊看关于浙江队内的话，我个人也很有一个期待，是新进的强心脏的绝杀球员吧，一个是林啸天，一个是陈帅鹏，不知道两位老师是如何。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两个球员的发挥啊，包括说上海队这边的年轻球员们的发挥，看看这两支球队的那么多年轻球员今天到底会有谁能够站出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表现。是的，也一起期待一下今晚的比赛吧，我们一起进现场观看今天的精彩较量。欢迎各位咪咕的视频的球迷朋友们呢，跟随我们镜头啊，一起来到
浙江稠州金足队的主场。今年他们应该还是把柯桥作为他们的球队的主场。今天晚上呢，整体的一个比赛啊，会全面的打响。目前呢，辽宁队和广东队这两支传统的强队，分别是在昨天各自赢下对手，目前是排在整个积分榜的前两名。这个赛季其实我们说在赛季前啊，预测这个赛季的走势的时候，好像挺难预测的。我们可能觉得说，可能第一梯队的球队，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赛季在易建联退役的情况下，赵睿的出走，整个格局变化，格局变化了。前几年我们可以都说每个赛季有辽越辽越啊，上个赛季我们说这个浙江稠州金足队有点让人意外的，一下子冲入到了总决赛当中啊。这个赛季好像，尤其是我觉得中段的球队，由中游的这些球队去争夺一个季后赛排名的这样一个局面，可能会来得更为的激烈，很激烈。而且这个赛季大家都知道52轮，所以我相信教练也要调动整个球队里边所有的球员，是要为整个赛季做出贡献和努力。大王真的瘦了很多，大王这个已经就他据他个人跟我说，已经来到个人这可能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最低点了。这个就他其实应该讲，这个国家队夏天应该是也是非常辛苦，没错，这个练得也是非常辛苦。包括说我昨天在辽宁队主场看到纪伟的时候，纪伟也是瘦的非常的多。大王瘦呢，这个可以肯定的一点，他不是为了这个拍婚纱照，当然他这肯定是打篮球打瘦的，训练练瘦。今天呢在上海队阵容方面，其实非常不利的一点是他们的大外援冯莱今天还是因为一点拉伤的问题啊，没有进入到今天的报名名单当中。而郭浩文呢，也是一些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能够出战这场比赛啊。他们两个人不能够打，对于整个上海队的阵容来说，其实影响还挺大的。是，看到李秋斌指导这个坐在刘鹏指导的旁边，这个等于说是老教练啊，这个一坐，至少是给整个教练团也更加有一种信心。是。王世龙指导，这是他来执教浙江稠州金足队的第二个赛季，上个赛季的执教经历想必对他个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啊。从今天两队的阵容的比较来看呢，于家豪跟大王的内线的较量，这应该是一个看点。没错。那么当然今天冯莱不能够打，严鹏飞、马典成这些都应该要在内线给予球队更多的一个帮助。因为浙江队今天大外援佩里是上场的，没错，而且他也经过跟浙江队的前面的这个比赛以后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默契。是。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上海队今天内线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相较于整体的一个夏训备战比较完整的浙江队而言啊，上海队其实整体的一个夏训备战在我看来是没有那么的充分的，因为他们的核心球员包括说像刘铮啊、王哲林啊，其实都是缺席了很长时间球队的这样一个训练。刘铮不也刚打完亚运吗？现在出场的呢是今天的主队啊，浙江稠州金足队卢文博。卢文博呢在这个夏天其实他也很长时间是在三人的篮球的一个比赛当中，在完成了三人篮球的一个任务之后呢，他也是回到了浙江队里边啊。而目前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报名名单，其实对于浙江队会比较有影响的是刘泽一的一个刘泽一伤病，他的这个腰的问题啊是有挺长时间了啊。镜头还是给到王世龙指导，我们也是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奏唱国歌的仪式环节。
林斌，请出。说完国歌之后呢，两队球员是来到中圈相互的致意啊。这两支球队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互相之间打的比赛次数还挺多。季前赛不最后一场就是在叫上海，前赛也打了啊。之前呢在重庆的这个友谊赛两支球队也有交手，但是我们其实从季前赛那场比赛来看啊，两支球队很明显是有所保留的啊。上海队全华班嘛，对，上海队全华班。吴前在这个夏天呢，他也是好好的去休养了一下身体啊。这对于他来说，当然对于吴前来说，最近最好的事情是他成为了升级了父亲啊。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没错，不但是球队核心，而且是成为了一个新晋的奶爸。今天的主裁判呢是郭楠老师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名裁判员老师。通常这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球员都会比较兴奋，季前赛呢跟正规比赛我觉得这个人的那个劲儿奔的都不一样。对，但是啊，我要给大王的这个新闻打个问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昨天跟纪委聊天，包括说我赛前听到纪委跟边宇航的这个对话，我是觉得他们这个夏天尤其是国家队的这些球员打了太多的比赛，一直在连轴转，要想让他们再能够保持对这个比赛的投入程度和兴奋度，对于他们个人来说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如何调动自己，那么对于教练来讲如何去保护他们，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课题吧。是李天荣、费雷尔、任俊威、刘铮和王哲林，这是今天上海九世男篮派出的一套先发阵容。我们再来看看主场作战的潮州金都队这边啊，于家豪、盖利、王一博、王子路和陈帅鹏上来之后呢，还是一套用的比较熟的先发。是这样的话呢，等于说王子路算是打一个三四号位、四号位，因为刘泽一受伤不能打嘛。王子路还是有他的这个，我认为他是有他的那种灵活性，没错，和他的那种场上的那种应变能力，而且经过几个赛季以后，我相信他大赛经验也是更加丰富了。对，上个赛季的总决赛其实整支球队在整体发挥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情况下，王子路的个人表现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出色的。真的不错。上海队今天的防守我相信针对性应该是，因为吴前已经是打第六人了，对吧？那么在这个阵容里面，那么对于盖利的防守上海队肯定要有针对性的做到位的，没错。那么人员方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上海队外线防守谁最强？熟悉上海队都知道，刘铮的防守能力，进攻马上就给到他。我相信今天刘铮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去限制盖利，因为盖利一打开，你就很麻烦了。对，因为浙江队本身来说，他们的这个进攻一旦进入到他们的节奏，进入到他们的习惯的方式以后，你要顶住他是相当困难的。没错，所以这个开局上海队的防守，特别对于盖利的防守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而且其实从季前赛同上海队的比赛来看，盖利还没有怎么发挥啊，在那场比赛当中盖利就打了九分多钟的时间。收了。对于盖利来说，他的这个能力教练团也好，包括说队友也好，非常了解，所以说可能更多的时间想要给到两名新来的这个外援去磨合。大王其实有些时候就看到大王啊，因为不管是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其实我觉得他承受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也会很大，所以不要想太多。就刘鹏队老不说了嘛，就特别是年轻球员，就社交媒体少看一些啊，少受外界影响，打好你的球，做好自己就行。陈帅鹏无疑现在已经是浙江队现在在这个当真的当家球星之一了。这个夏天也是跟于家豪一样啊，补充到了中国男篮的亚运阵容当中。相信亚运会的经历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这个弗雷尔曾经在 NBA 里面一场，这一个赛季能得分是得到两位数的球员，是防守的抢断啊都很强。希望他能够尽快适应 CBA 吧。欢迎各位收看的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至24赛季 CBA 常规赛第一轮，浙江潮州金都队来对上上海九世男篮的比赛啊。上来之后，
盖利还是给到于家豪打篮底下没打中，自投自抢之后的前上篮板球拿到之后呢，造成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一上来王哲林就赔上一个犯规，这个对上队很不利。没错，于家豪的顺下稍微速度是有点慢，但是毕竟有这样的一个身高，对，投不进再冲抢篮板造成王哲林的犯规，第一个回合就赔上一个犯规。还是兜出来之后呢，再交给王子路啊，依旧打于家豪这个点，往上来之后很明确，先从内线打起，拿到了赛季的第一个两分。其实这个球应该讲，防的还行，至少没有让于家豪太过靠近篮筐。但是于家豪大家都知道，他有非常出色的这个手感。贝利尔，中距离的投篮，董俊威这边也是打中。对，大威是一个能够拉开空间的大前锋，而且他也有很好的一个策应能力。手递手菲尔盖利还是刘铮来缠他啊，但是利用到掩护，刘铮利用就是说刘铮防这个挡拆啊，这个比较困难，因为大王有些时候出不来。回来之后一个封盖啊，给到了李天荣一个火锅转换当中的三分球。原本啊，上个赛季尤其是看到总决赛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个王一博的外线投篮有点拖后腿，但是这个夏天从至少从这个投篮来看啊，非常坚决，也看得出来自己在投篮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季前赛王一博的命中率是比较高的投篮，这个球就是浙江队打出了攻守转换，这球大王也不能上，也上不去。是，所以攻守转换浙江队也是抓得相当的到位的。后来刚才挡拆以后，这球被判了一个违体啊。因为刚才应该说陈帅鹏的防守的位置啊，几乎已经是完全失位了，所以裁判认为这球是算是一个违体，但是大王的罚球，大王罚球一直是他的这个不是违体，不是违体，就是先没站位啊。两罚一中，还是稠州这边的球权。还是利用到定位掩护之后再交给王自如啊，依旧是打这样的战术啊，还是继续挡拆。盖利，哇，这个没太灵活了，没办法。这个如果内线没协防，刘铮防外线脚步没问题，防弧球也没有问题，但是防到低位内线，你要防住盖利就困难，这要协防了。对的呀，看这边在无球情况下，我看到应该是吹到王子路的一个拉人。再来看一下。其实这球吧，大王应该是要防得更彻底一些，因为于家豪外面你就完全可以放了，对吧？内线这个刘铮这一点，你这个要帮忙啊。我都说了，刘铮到内线你是一对一是防不了盖利的。而且就像郑耀哥讲的，你开局不能让盖利先打开，他这个点一打开啊，这潘多拉魔盒啊，一开之后其他点全开。哎呦，这边又是被断球，转换当中轻松的两分放进。上来之后打了一波9-3的高潮啊，叫暂停，上来都要叫暂停了，这个非常不利。暂停是叫的非常早啊，你看才打了两分钟不到就叫暂停了，证明就上来有点乱。是，特别是后卫不能失误。对，这个球是直接又是被封盖掉。这个盖利非常有经验，感觉菲尔他有点放不开是吧？这脑子里面想着要打战术，他就没有那种自然的那种反应，因为其实他是一个攻击能力破坏力非常强的一个后卫。包括说他来到球队之后，我看了这几场比赛，我不太明白的一点，但是我也没有跟球队进行交流啊，我不知道刘鹏指导给到他的一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样。对，你要怎么打去带动这个球队，你是说整体配合，还是说有些时候你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的破坏力去带动啊？是，个人破坏力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得分，还是说你一定要去上篮，还是你一定要去投篮，而是在利用你的破坏力去寻找到更好的机会，去创造机会。没错啊，因为之所以这么说呢，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觉得费雷尔打得有点太合理了，打得不太像一名小外援，不太像费雷尔，因为他以前也是那种，他其实有点像雪布种类型的。哎，对。但是呢，我们说打 CBA 的这个比赛啊，你作为一支球队的小外援，你有的时候得不讲理一些啊，所以我就得搞清楚到底是他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呢，还是球队对他要求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可能还得通过比赛啊多看一看，因为今天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球队可能缺少比较稳定的得分点之后啊，需要他
多站出来一些。这关键今天上海队冯莱不能打，对，郭浩文也不能打，郭浩文不能，你就是有冯莱的话，有可能要调整一下，对吧？那个袁汤文上，我里面放冯莱，整个阵容就调整一下。但是现在关键又没有大外，今天这个可想而知，就第二阵容上来的时候，上海队会非常的艰难。所以说你这个先发啊，一定得把这个比赛给咬住，不能说我先发上来就给自己挖坑。这菲尔一定要打好这个比赛，否则的话你这个跟这样队打就很困难了。刘真要小心啊！这边是吹到了盖利的一个下手。盖利今天的防守够积极，这也跟上个赛季总决赛真的判若两人啊！他这个总决赛是带着伤嘛，这个肯定的。但是有些时候上个赛季常规赛的时候，这盖利上去有些时候防守他会有点摸水，没错，摸鱼，摸鱼，有点摸鱼。但今天的防守蛮积极的，后撤步的一个三分球没投中啊！篮板球呢，于家豪这边拿下来。快速的上球，还好大威这个球的退防够快。浙江的上球上得很快，无球跑动跟传球很大胆。对上海队来说，开局的这个赛程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场球呢，开季先打上赛季的亚军，十一月份的这几场比赛都是很凶险。这球没传好，传好的话呢？于家豪的内线机会已经出来了，你确实。我给我感觉于家豪的掩护完之后下车的速度比上赛季有进步很多，而且更为主动一些啊。大王呢也是推回来之后呢接应一下球，自己运球过半场，哎，要小心啊！小心，还好。刘真来接，用到掩护之后呢不换防，给到上线，大威，好球。好球，哎，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无球的空接啊，李天荣。这个球李天荣是趁着这个陈帅鹏的防守啊，稍稍这个思想有点不集中，无球跑动的进攻得分。李天荣上个赛季应该来说是撞到了自己的新秀墙，想太多了。哎，跟第一个赛季出色的发挥呢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大家对于他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其实，陈帅鹏防得不错，其实没办法了。哎呦，这个球还险些打板命中。篮板球呢？王哲林拿下来，还是给到费里尔，利用到掩护，再给出来。刘真外线要三分，再次命中。上海队招完暂停以后，执行力还是不错，稳住阵脚了，而且半场防守防守都比较到位，有了防守才能够打出更好的进攻。还是借掩护，哎，这个球呢，李天荣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啊。这个赛季裁判对于手部的动作判罚更加严格，是的，这确实要跟国际接轨啊，就让球员在比赛场上养成好的习惯。没错，盖里绕前的一个防守调过来之后呢，再转移到弱侧底角，这边没有投中。哎呦，刘真差点把这个球给运丢了。这个球啊，运的太多了。是。这个球还是防下来了。啊，对，别失误。王哲林，这球先下手啊，陈帅鹏。帅鹏应该是两次犯规。对，陈帅鹏这个球啊，似乎是对于队友之前那个快攻没有打进啊，有点不太满意，因为之前队友没有打进快攻，导致说上海队推转换过来呢，他没办法去背上这一次战术犯规。啊，吴前这边要上来了。吴前一上来的话，就是吴前的外线的拉开空间能力，大家都知道。是。所以内线如何有更好的伸缩性的防守，对于上海队又是一大难题。李天荣这边也是被换下。啊，小罗上来。嗯。贝利尔，小抛射，这个球呢也是没打进。哎，这个球，还是利用到于家豪的掩护，中距离投篮，冲抢了一个前场篮板球。这篮板球够凶啊！嗯，没把这个王子路顶住。对。今天上海队内线啊会遭到对手这种轮番的冲击啊，
这个防守呢，防挡拆也是比较累，因为这几球确实没打进，但机会其实都出来了。盖利绕着这个于家豪打，或者王一博绕着于家豪来打，现在再上个吴前，那大王这个防着挡拆就非常的辛苦，太累了。嗯，这边应该是把纽曼给拿上来。吴前再给出来，吉廷之后的中距离没打中篮板球呢，王哲林还是拿下。是这段战队的防守是防的还是非常出色的。转换当中三分，看看费雷尔，哎呦，很可惜啊，大王拿到。大王虽然身被一次犯规，但是大王是造成对手犯规最多的战队的球员。是。之前开局落阵地之后，上海队进攻有点阻塞的情况下，费雷尔也会去抓一抓这样子转换进攻。可以，我觉得这个打法是能够接受的，能够接受，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说他自己一定要能够打出信心。嗯，大王的这个罚球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的确不知道到底是技术的问题还是心理的问题啊。还是一个两罚一中，大王这边要被换下，严鹏飞上来，当队还是打一样战术，只是换了一个方向，对，换了一名球员，换了一名球员，这球呢短了。打得好简单啊，这样子。这样听起来没有选择自己盲目的上篮，重新拉出来组织，不完成，步子有点深，不有急啊，没空间了，飞身，大威，哎，好球啊！哇，这个球啊，你大威二飞这种传球的小技巧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危险啊，但是又有两个人有这个默契，是，就差那么一瞬间也可能，其实就那么一点传球的空间啊，他就是抓到了。打着打着，上海队呢反超了，吴前冲起来，哇，打进，好球，难度非常大。当然，这个突破的动作是吴前的招牌动作。是。往篮底下走呢，因为于家豪在场上，这个难度非常大。好球哦！哦，好球！这个走来很流畅。是后面这个拖车跟进，三线快攻再加中路的后面跟进是。刘晨再给进来，这个球呢，郭兰老师又是想哨啊，看吹在谁的身上。哇，这球王一博传得很漂亮。在接球的时候呢，他的余光已经看到王子路的跟进。这边呢，王一博也是被换下，伦博也是上来。到了犯规次数了，所以说呢，这个上海队严鹏飞直接上罚球线。上海队的罚球命中率，上海队的罚球真的是，我们看到上海队这边把刘振清也拿上来了。刘振清也是一名三 D 类型的球员，防守积极，外线三分而可以。上赛季呢，也得到教练员的这个信任。交给吴前，防守扩得非常大，就加吴前，哇，这个球掉得刚刚好，啊，绝对刚好，是吧？因为吴前虽然被大延误，吴前传球很困难，不过于家豪他有高度，他直接就往篮筐底下掉，没错，而且大王下去之后呢，内线的这个优势很明显，在浙江潮州金都队这边，
感觉打到现在啊，浙江队这个赛季，我相信于家豪绝对是要给他更多的时间上场，让他更多的去拿这个比赛的经验啊。能够于家豪起来的话，那对浙江队就太重要了。看到场边李洪全这边应该也是要准备上场了。两罚一中，自己抢篮板。看这个球拨出来之后呢，上海队拿到球权转换进攻。罗汉琛给到底角，没有着急投篮，再给回来小罗，小打大急停之后的中距离，好球。现在上海队呢不跟你摆下来打，嗯，摆下来打知道我这内线没优势，嗯，索性打一些机动进攻，嗯，上线的手递手再交给陆文波，还是交给吴谦内线换回来，这不协防，哎，防的宽，这个球啊给了一个后场球，这球应该讲大威是防的比较粗鲁，相当有经验啊，先顶一下，等到于家豪发力往下做的时候呢。侧凳侧走，这本身我们就说这可能是于家豪需要去提升的一些，就是这个下肢力量啊，下盘稳定性。大卫这边是被换下，李洪全上来，李洪全上来看看是不是要打一个四号位。上海队现在思路呢，就说我跟你打小快灵了，对吧？李洪全有三分投射，嗯，命中率还不错，所以干脆啊，我没有你高，我就打这个。拉开空间，我打小快灵的打法，嗯，就往里突了，现在就是一个小阵容，曾经的全美第一全美第一高中生。上帝也可以多利用挡拆来打，这是个好机会啊！看看外线三分。好球，这就是利用挡拆啊！我觉得弗雷奥倒是蛮愿意做机会给队友啊。人家的特点啊，所以你打挡拆的话呢犯规，因为你打挡拆的话，于家豪他这个防两三次也会累，那么于家豪这边就要需要他队友去帮忙，刚才这个机会就是刘振清防刘振清的球员下去协防，刘振清往上提了一步，出现了这个投篮的一个空档。这点毕竟我们说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都是在斯洛文尼亚联赛效力，而且都拿到了这个斯洛文尼亚联赛的 MVP，所以说可能在欧洲篮球的这个领域里面打了两年的比赛之后，让他更适合去打这种团队型的比赛。小罗这个球也是没有收住身体啊，的确是有确实犯规这球。三罚。不能打呢，费莱尔可能上的时间要比较长一些啊。一些冲击篮筐，哎呦，很可惜啊！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费莱尔他这个人的身体的硬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四十五度角再给过来，于家豪，这球又是丢掉了。不应该给，因为于家豪他没有，第一他没有想要球，第二个他站的位置呢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空间。还是往高的地方拨啊，打转换，转换当中三分没投中啊，就在江内打的真的有需要那么着急哦。好球，小罗这边看到对面的内线啊没有完全的落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也是抓这样的转换进攻都打进了，哦，反跑好球，精彩啊，这些球反跑也是打了一个立足未稳衔接进攻打出了内线的机会，嗯，先看到了跟进的于家豪，给到于家豪一次展现自己扣篮能力的机会。罗汉琛三分再中，老队员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现在呢，上海队这个阵容就是跟你对攻，嗯，
就是你要打速度，是我其实就是要跟你打速度。你瑜伽后在场上，我就把这个节奏拉得快一些。我就是打速度，我就是打这个机动进攻。是，我不摆下来打。感谢掩护，我、这边双人包夹要断球了，哎呦！这个球看怎么吹啊！上海队你看到没有？他对于吴前的防守的策略，其实上赛季很多队对于吴前的防守策略都是这个策略，上夹击，哎，依旧是一定上夹击。那么，其实，在前几个赛季，我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说，由于吴前有很强的这个吸引力，就是说，对于他的包夹会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嗯，那么就是泽良队一定要寻找到，就是说吴前被包夹的时候怎么去拆解的问题。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库里被包夹，他有格林啊，对吧？那浙江队的格林在哪儿？对，我们一直期待这个刘泽义能够成为格林。这球防得不错啊，失误。下手之后呢，是造成了李洪权的一个失误，然后球权又发生了一个转换。嗯，第一节比赛的情况上来看呢，上海队虽然啊。可能主力阵容方面缺少了几个关键的人物，但是整体的发挥还是很不错。我觉得投篮还是能进，上来就得分。嗯，一看纽曼打得有点乱打，就下去了。对，上来有点破坏整体的一个球队节奏。啊、速度方面的，确实也让于家豪应该要休息一下。是。走出来，再。晃开来之后呢，外线要三分，哇，扭着身子来投这颗球。全场形成多打少，这范哥也可以算是划算，划算啊！全场一个四打一的局面。这比赛倒是这个节奏很快，虽然都有失误，但是这个场面是比较热闹。对。还是浙江队这边的前场球啊，哎，这个球啊，吕文博传球力道有点太大。第一场比赛，其实现在两个队在第一节失误都不少。嗯。这样的话呢，又是吹到了一个防守犯规啊，因为次数满了，所以刘振清这边也是直接能够上罚球线了。刚刚吕文博贴的也是。太靠近刘振清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刚刚换上的这个周轶斌，19岁，2.03米。周轶山其实是在之前对，周轶山之前是。跟上海队的这个季前赛当中，还是给到他很机会的这个上场时间的啊。又是一个前场篮板球，吴焕琛，这是一个错位啊，没打出。目前要控一控节奏啊。动起来打没办法，对，这就是个人能力。嗯，佩里他的整个技术还是非常全面的，尤其是在这个进攻的终结能力上面很强，这点上他是绝对优于上赛季的这个大外援赖特。赖特我觉得是不稳定。嗯，中距离没有投中，篮板球再拿下来。吴倩这边要压时间了，来打第一节这最后一攻。提上来，哦，来了，哎呦，这个球没打进，很可惜啊。那这个球怎么吹？吹了一个真球，1.9秒钟的时间，
目前篮板球这样队是比较逊色。这样队这边是叫一个暂停啊，应该还有1.9秒的进攻时间留给他们。不过李洪权上来也是拉开空间的，就这个比赛的应该说计划来讲啊，就是刘鹏长还是按照自己球队目前的现有的阵容是做出了一定的这个计划。球员上来呢，对于计划的执行应该还是比较到位，打法也相对比较明确。啊，把刘振也再拿上来防守，对，1.7秒，把个人防守能力比较强的这几名球员全部放在场上。这个刘导这抠细节抠的还是挺到位的。是，前场球我们看看浙江队这次进攻执行能力怎么样。应该是林啸天来发这个球，哎，接球之后外线三分，就是吴前去跟这个佩里大外援做掩护。嗯，这样的话呢，第四比赛打完啊，这场仇金队在主场是25-22，目前领先着上海队三分。结束后的一个技术统计的情况，其实两支球队整体的一个技术统计的环节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浙江队呢，第一节除了王一博投中那颗三分球之外，三分球线外呢6中1，上海队啊为什么能够在第一节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也是第二阵容刘振清包括说罗汉琛上来之后外线有发挥。当然对于上海队来说，小外援尤其费雷尔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得分账户打开也很重要啊。第一节有4次出手没有命中，但是呢他同样的也是送出了4次的助攻。所以呢我们说费雷尔第一节我认为他打得还算是及格的，就说你我们不要光看他有没有得分，他的进攻的机会当然他有失误，那么他这个几个第一个抛投包括外线三分那些球的处理我认为不是太大问题。是，那他至少他能够贯彻教练的意图，就是说我把这个球队能够尽可能去带动。没错啊，总体来讲就是他是按照比赛的计划在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做到位的。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一些个人出手虽然有几个球可能没打进，没打进是没打进，但是很可惜都是那种就是上框球。对，机会可以的，不是说我在浪投或者把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欲望乱打，不是这样。对，或者是勉强，没有。是，从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符合可能这个赛季上海队要求的一名小外援。你得兼顾到带动其他队员嘛，上海队这个赛季也要更多的去培养年轻球员。是，要说外援一人乱干那年轻球员怎么办。而且上个赛季上海队不是没拥有过个人进攻能力非常强的外援，但是整体效果上来看就不是特别好。刘真急停之后的中距离好球啊，刘真的状态还是不错。刘真来到上海队之后，我是个人觉得这几年虽然他的年龄在增长，但是他球技同样在这个上升啊，真的很厉害，这个年纪的球员不容易的。而且还是外线球员，强打内线，这个球勉强了。上球速度非常快，嚯，前场3打1，刘真快速打中。你看这进攻打得不合理，对，你一不合理的话你这退防又退不回来，一下子就把比分给反超。浙江队打得有点急，我觉得。对，你这个你想就一口气就把上海队这个不现实、啊、不太现实。上海队这毕竟我们说都是这几年的这个季后赛的球队也会犯规。
连续的在进攻端犯错、这套阵容在场上的效果并不好。是，看看王世荣指导是不是要早一点把主力阵容给拿回来。这球就浙江队两名球员防守没有交代清楚，到底你是挤过你还是换、是吧？没有交代清楚，漏人了。这周以三那边呢，又是年轻没经验，是硬做这个电梯门，掩护犯规了，又是一个失误。大王啊，找机会要给到费雷尔，还是接掩护，犯规。所以说还是急停之后呢，造成了身后有追尾。对，现在呢，就是上海队按照自己计划走，球员打得明确以后啊，慢慢的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态方面。更稳定了，现在李孝天今天上来之后打得不好啊，急啊。下半场的一个误攻，然后呢刚刚又是赔上了一次个人犯规。还是要掩护啊！过来之后，哇！因为这个球很可惜啊，没打中。这个篮板球拿下来，再给到刘铮，再来一个中距离。哎呦，自己又抢下来！哎呦，这个球，刘鹏指导是跟裁判要违体啊！你看刘铮真的很可怕，他这一下，他这个太快了，攻守转换的反应了。佩里都没想到这球，哎，球哪去了？是吧？他就觉得篮板球下来没问题，但是刘铮的手太快了。哎呦，这个球是要升级啊、要升级。这个慢镜头很明显，从身后啊抱腰了，对吧？因为这球下手以后再抱腰的动作，第二个动作主要是第二个动作。就第一个动作呢，下手这个包那个球啊，这个球吹犯规没问题，但是第二个动作有点多余。对，他第一下自己知道自己犯错了啊，急于想把这个错啊给弥补回来，就一急躁嘛，着急嘛，这球也一丢，丢了以后呢，这个球控制不住这动作。你说这也就是你学习适应 CBA 的一个过程啊。你说在 CBA 打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外援，可能看到刘铮在身边，我这球不会放在下面啊，绝对不放在下面。刘铮也谈得上是 CBA 的第一快手，是。这上海队里面有几个抢断能力很强的，包括袁陶门也是。对，这上海队自己培养的四大名捕嘛，开玩笑啊。还是大王啊，在上线持球，让罗汉琛上来接啊，假的手递手，然后呢给到刘铮，直接有三分啊！哎呦，刘铮这第二节，刘铮自己手热啊！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哎，他季前赛有一场也是得了5分。个人的这个爆发得分爆发太强了，着急有失误，对，浙江队的情绪不对。我觉得王世荣指导啊，可能要叫一个暂停。这人员调度也好，暂停调整球员心态，因为现在浙江队我觉得整个的心态不是一种平稳的心态在比赛。可能赛前看看上海队这名单，觉得说，哎，今天这比赛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啊。结果打着打着呢，就可能像郑浩哥讲的，想要一口吃掉对手，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而且你这个，感觉没有那么困难，准备困难不足，一碰到困难开始急躁，没错。现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啊，还是得把盖里先拿回来，于家豪再上。你看，还是得把主力阵容先拿回来啊。打得不好。对，陈帅鹏也回来，你等于说。从第一节领先到这节落后8分啊，才用了2分多钟的时间。再一个刘铮，哇，哎呦，叫停了！刘铮是打停了浙江队啊，刘铮一个人打停浙江队啊。这段我觉得刘铮打的是有点在享受篮球。刘铮这个赛季是跟上海队啊一年的合同续约，但这么打下去、合同年，接着续吧啊！
不是光接着续的问题，对，得有个更好的价钱是吧？没错。对，本来只是最佳防守球员，得分这一块你得加钱啊。对，是。但是我觉得刘铮的他得分是这样，就说他这一节这一段呢得分爆发了，但是你说刘铮要整场48分钟的比赛都这么爆发呢，这也不现实啊。对，他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得分型的球员。但这一段呢，确实整个上海队的节奏，就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上海队手上。没错。浙江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浙江队首先你得定下心来，就是在第一节浙江队的攻守转换打得好，但是呢，上海队也用他们的特点跟浙江队在努力的抗衡。没错。没有那么容易把上海队直接就是分数拉开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浙江队你要把心态放平稳，说分一分一分拿的，特别是在你碰到困难，上海队手风特别顺的时候，你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你心态不好的话，你就会在犯错同时不断的犯错，因为刚才浙江队就是不断的犯错，连续犯错。所以看看暂停完之后，阵容呢也做了一个调整，看看浙江队怎么样来应变。因为上海队在第一节叫了暂停以后，球队的应变很快，没错，马上看到了效果。看一下这一个暂停之后浙江队的变化。先看看这套主力阵容回来之后啊，浙江队能不能先得分啊？再给到王一博这边，需要于家豪提上来。补进来之后呢，再转一手陈帅鹏外线三分，还是短，篮板球往这里又拿下来，没打出机会。嗯，上海队整体的这个跟防做的还是不错，两个小卫员之间的直接对位啊，接掩护，小打大急停的中距离，这个球再进，弗雷尔打得非常好。嗯。虽然投篮命中率不高啊，是，但是他在场上把整个上海队的快慢节奏掌控得非常棒。现在这个进攻感觉也来了。陈帅鹏这个太简单了，对，有点乱打了啊。上海队这边完全打得不急不躁啊，落下来一个球稳定的打，反复的利用到上线的掩护，直接要三分，这个球没拿好球，自己也没站稳，这球，哎，身后被掏掉了。哇，上海队直接断球，哎呀，这球应该，这传球应该有点提前量，嗯，这传到身后去了。刘铮这一届打兴起了啊，对，其实这一段的刘铮的体力消耗也是比较大。嗯，还是再给他盖力。哎呦，这个球于家豪似乎有点没有做好。哎呦，两分有效啊，这是一个2+1的机会。从这个动作来看，于家豪的核心力量有很大进步。嗯，国家队没白去，真是啊。然后这个球其实啊，第一时间你感觉他好像没有做好对接球的这个准备，传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他能接住这个球就不容易。是，但没有想到在王哲林犯规的同时，他还把这球能投进去。对，你看，其实这个球啊，重心马上就要跌倒的情况下，还做出了完整的一个投篮并且得分的这样一个动作。对，看到于家豪的这进步。嗯，大王也得下来休息。那今天整体上海队的这个轮转啊，做的还是比较合理的。2+1打成这个三分打还是挺止血的。刚刚分差应该又是回到了10分，反跑这一下第一机会没给。刘铮，小罗，这个球给的不太好。嗯，又是一个传了靠后的进球，有点想当然啊，没有阅读到这个自己队友跟进的这个位置。还得，哎呦，假的手递手，哎呦，自己上，哎呦，连拿5分啊！于家豪这下的动作把严鹏飞的整个人骗开了，都以为他是要做一个手递手，但是突然间压肩来一个启动，是这么高个再启动有速度，这个动作幅度就非常大。哼，
这连拿五分之后啊，这边刘鹏指导也是马上叫一个暂停。没想到是于家豪，是站出来。没想到是年轻的于家豪站出来，是连拿五分，稳住了整个球队的情绪。对，刚刚被上海队第二节上来这一波流的攻势打得有点像把比赛带走的感觉啊。这连拿五分太重要了。对，因为你看刚才上海队上我们是那个阶段的一个节奏，就上海队带起来嘛，这样队是连续犯错，上海队扒着节奏，又是命中率高的得分，一下子分数拉开。但是现在的一下子得了五分，浙江队得五分以后，这个节奏比赛啪被浙江队给摁住了。是，这就是刚才暂停完之后浙江队起到的一个效果。刘鹏指导啊，这边不拖大，被连拿五分之后马上叫一个暂停。因为现在就是这个阵容来说，浙江队把这个进攻的重心放到禁区，没错，是，而且王哲林还下去休息了，对，一定是以于家豪为主的，主攻于家豪，那于家豪确实也是争气，是，这连拿五分，这场比赛于家豪也是拿到十分了，五中四的一个发挥，有三个篮板，所以有些时候比赛的中间，你就是得冷静下来，就你要知道，就是说我现在问题是哪，什么地方。那我的跟对手的比较来讲，我的优势是在什么地方，我应该怎么打，你得明确打法，对，你不能乱干乱打。暂停完了之后呢，看看上海队这边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还是把费里尔跟刘铮都放在场上。然后李天荣这边上来，应该是把卢汉琛给换下了，交给刘铮。哎呦，这个球又失误了。其实我觉得刘铮这一段确实有点累啊，有点累。我觉得是可以。从刚才传球失误开始，其实就有点累，因为刚才那一段刘铮攻得太猛，球又吹到了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呢，浙江队这一节已经犯满了，是要小心一些。今天盖利已经是有两个抢断。对，今天这个比赛的投入程度，从他的这个防守的动作上来看，就很明显。就是你身体没有伤了，哎，这动作自如了。是，你拖着一条腿打，跟健康的一个人完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儿。吴前这边在上，佩林。禁区的两个上线掩护，突起来，再给到四十五度角，刘铮这个球，你看又正好哥讲的，你这段时间攻得太凶，哇来了，那就啊连续上分，这边等于说是打了一波九比零啊，就一下子上海队上分上的快，丢分也丢得很快，对，同样的还是抓你这边入攻的机会又来了，外线三分也没有，不是特别好，上海队着急了，对，是吧？你等于说刚刚这个暂停叫完之后啊，上海队这边没有稳定住自己的一个局面，反倒打得有一些急躁，这几个进攻选择其实都不太好。你缺乏耐心，跟之前浙江队缺乏耐心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有一个，这个机会非常好，补起来再给好球，中距离小抛射再打进。就上来一个呢，我觉得浙江队暂停跟球员稳定的一个心态。第二个呢，浙江队呢又调整阵容。是。他这套主力拿上来还是非常强的啊。虽然是带了一个年轻的这个周以山是吧？但是呢，周以山的防守是做的挺到位的。他这个身材还是有优势。2003的，防得不错。防得相当好，这个球防得非常好，脚步站位，而且不随便下手。对，而且他这个球先是预判到了大威的这个突破的路线，我先去封你这个路线。不知道，是因为有点急了，十多分一下就突入。真的是比赛的变化瞬息万变。五前再给到四十五度角，这球传得不错，凯利又是来了，空切进来之后呢打进，这样的话呢十三分的领先优势一下子被抹平，
这个篮板球这一段也战队是非常吃亏。对，于家豪这一段是内线绝对起到关键作用。漂亮，布莱得分了。就你没有快攻好的机会啊，你其实还是可以利用菲尔他的就是挡拆去发动，对，就来调动于家豪的这个防守，寻找机会。来再看王一博哦，盖利，这球真的直接下不去了，这个球险些超掉啊，再给到盖利，这球因为要到表了。赶紧的出手，是上队还是要把防守建立起来。嗯，小大大冲起来，李天荣挑战一下于家豪，漂亮。李天荣的这动作让他做完整，他那下终结的把握性是比较高的。还是吊个于家豪，于家豪一拿球啊，全场球迷就叫他打，就对他有信心。这于家豪其实只要没有人协防，这时候你就别客气，你就往里面坐，你就得奔篮去。费雷尔打到现在啊，几个球的穿针引线啊，还真是能够把队友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嗯，小快灵嘛。嗯，就跟他之前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他在 NBA 的比赛，他的这个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打法也不太一样，在换防，这边换成王子路来防，王哲林踢上来，老王假的中距离，哎呦，这边又是被盖利给冒了，两个抢断，两个冒、嗯、盖利。今天李天荣跟严鹏飞啊，啊不好意思，李洪全啊，各吃到了盖利的一个封盖。还是交给大王，直接要三分。这个球因为也到表了，又一个前场篮板球。大威往里走，嗯，这个球是脱手了，球没保护好。嗯，后面盖利又是把这球给抢断了。盖利今天这个防守，哎，真是可以。刚出的李天荣要扣啊，这个球，嚯，这个球又是他的下手啊。这个盖利确实有经验，他前面的是上三路封盖利。这球一看李天荣你起跳了，来不及了，他走下三路来抢断你这球。李天荣呢光想着这个你要上面盖我，是卯足劲往上上，但是球没做好保护啊，没有做好啊、嗯、这就是盖利经验老道，是很可惜，本来是一个很好二甲、嗯、二打一的一个机会。哎，大王这个球转换打进，这段时间又是浙江队开始连续的犯错，两队都一样啊，就要犯错、连续犯错。是。盖利接球之后直接丢，这球又是短了。还是接掩护，往外给，大威来一个三分。没投中啊，篮板球。吴谦过来呢，把这个球给保护住。吴谦给保护篮板球，反应快。半、嗯、绕前，这个球再给到盖利这一侧，李洪全来防他。翻身之后的中距离，哎，这是盖利非常喜欢运用的一个技术动作。他的拿手绝活。嗯。他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就是三分篮还没开。哦，这个球是下手。哦，盖利这样的话是不是三次了？嗯，盖利三次。再来看一下，刚刚这球非常的漂亮。是，反身跳投。反身跳投。这种反身跳投呢，就防守就算不失位，但最后那样上不去的话呢，你也没办法。嗯。今天盖利也拿到十分了，八中五的一个发挥，整体命中率其实还不错。但是他今天给我们留下更多深刻印象的是他在防守端的这个积极性。天王这边也是第一发现罚中，
第二发也有，上海队继续保持一个领先的优势。再给到王一博这边，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干扰球啊。干扰球，这场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有点惨不忍睹，对，比较惨不忍睹的。第一节六中一。球应该从我的角度上讲，我觉得这个球是一个干扰球啊。看看有没有回放。突进来之后呢？从这个这个角度上，好像啊，球应该是没有碰到了板，对吧？对，就大王在球没有碰到板的时候呢，是把这球给封盖的。这个角度看，好像的确是没问题啊。裁判老师还是给了一个两次的罚球，看王一博这边的罚篮，两罚都有。还是守一个盯人，继续的借掩护。费莱尔这段时间你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身体的优势啊。而且他也慢慢的从组织串联啊，也去找到自己的一些机会。对，进攻端的掩护犯规，这个球的掩护犯规太明显了。对，就横移的动作太大，手上还有动作啊，王自如。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吴前的持球突破和持球利用挡拆的进攻打得并不顺。就我一直觉得吴前也可以多增加一些这个无球的进攻，是持球进攻打得不好的话，你可以用无球打。这无球其实也同样有吸引力的。没错。再换防。平球了，要注意进攻时间。哎呦，这一下。这下其实盖利四次了，这个犯规其实很没有必要啊，因为最后只剩1.7秒钟的时间，尤其你在这个位置，你哪怕让罗汉琛突进来内线，你自己的防守球员还是在防守位置上，但是你吃到第四次个人犯规之后，就没办法，就只能逼着把你给换下场。这个防守才三次犯规啊，这防守有点没耐心。刚刚这一下应该之前的那一次没有算在他的身上，还是把佩里给拿上来。今天看起来纽曼不太敢上了，因为他是这个有点乱打，他的这个进攻节奏跟球队是脱节的。是他打乱仗可以，就是不需要针对性的进攻，你上去乱干可以。罗汉琛这边很可惜啊，第一罚也是没有罚进。哎呦，两罚不中。示意不要掩护啊。再紧接着连续两个上线掩护，佩里自己接听着中距离，他的这个进攻手感是相当好。大王这个防守选择呢没问题，他肯定防第一位的余家豪，对，对吧？你要投的话我也没办法，一防二。罗汉琛再给过来，大卫假动作点起来之后往里一走，左手上篮没打进，大王再补，这两分拿到。是余家豪补过去了，没有人保护篮板。就吴前被包夹的时候啊，浙江队的出球啊还是慢，是，对吧？就算吴前把球出出去以后呢，也不是在这个攻击的范围，
就一下子进攻就有点被卡壳，嗯，所以这样队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无前被包夹的之前，首先来讲你要有其他无球的队员要做好准备，是怎么去接应。完了呢，无前也要能够在跟队友之间的连线要更迅速一些。你不能够一被包夹，你的进攻就停滞下来。没错，对吧？你的进攻变成没有威胁了。这个我觉得浙江队这个赛季这个问题还是要尽快去解决一下。来，再交给佩里，手递手交给吴谦，好球！哎，对，这个球出了就可以了，对吧？这个球就出了就，吴谦一定要提前出球，另外一个队友一定要提前的去接应。上海队压时间来打上半场最后一攻，小罗突起来了，哇，快速度，这个球啊，小罗的选择非常坚决啊。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上海队打出了一个还不错的第二节。52-46，半场打完之后是领先了6分。我们看看半场比赛打完之后的一个技术统计的情况啊，目前是46-52，浙江绸柔竞速队呢在主场是落后6分。在投篮命中率方面呢，上海队今天啊半场打完之后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0%啊，浙江队呢47%。三分球方面，浙江队14中1，这个外线投篮命中率太低了，有点辣眼睛。对，上海队你看这罚球16中9啊，这也是辣眼睛。对，篮板球方面两个球队差不多啊，助攻数两支球队是一样的。上半场比赛结束，欢迎回来呢，还是要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会员福利了。钻石会员季卡呢限时5折抢购，您现在订购钻石会员就可以畅享 CBA 全量精彩赛事，更有高清面广告、 CBA 特色视角、超清 4K 投屏直播间抽奖等诸多特权。季卡呢限时特惠仅需要40元，现在可以点击直播窗口下方的季卡5折就可以参与到订购了。那么半场回来目前比分是46-52，浙江这边稍微保持着一个落后的一个情况，虽然在主场，但是能看到其实在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保持了一小段的领先，但紧随着上海队这边一个是刘铮的出色发挥。刘铮这名球员我真的太喜欢了，他在攻防两端都非常出色。那么到第二节呢，浙江面临的一个麻烦就是过早领到了一个全队犯规犯满的一个状况。我们来听听看两位老师对一个半场的一个点评吧。上半场从浙江队这边情况上来看了，他们急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三分球的命中率，第二就是他们的失误。半场出现了12次的失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不利。正好哥怎么来点评一下两支球队上半场的这个表现吧。浙江队其实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急躁。第一场比赛呢，这个有点怎么说，有点一个兴奋过度，另外一个呢有点操之过急，一看上海队的阵容也不是那么完整，所以呢一些机会方面的选择啊，包括一些进攻的犯规啊进攻机会的一些投篮的机会的出手选择，都是有蛮大的一个急躁的问题。是所以浙江队急剧需要的是他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去针对上海队目前这个打法跟阵容拿下这个比赛。他这个中场的时候确实要好好的去总结一下，浙江队是不是说没有优势，有的，但你这个优势在你自己的急躁的情况底下，你把自己的优势全都扔掉了。那么上海队呢，今天呢阵容不整，我倒是觉得阵容不整反而是让整个球队的在今天的这个轮转啊打法跟用人方面就会更加明确，更统一了。我就这些人，完了呢，我这个第二套阵容我身高不够，那刘鹏指导也觉得我就是要用快灵准来跟你打，那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也是非常的到位的。
虽然在领先十三分以后呢，一下子又突入回去了，但是呢，马上又能够形成很更有效的防守，包括坚持自己的一个进攻的灵活性，是打得还是非常的不错。当然，除了这个罚球命中率比较弱啊，其他的方面表现确实不错。小外援呢，因为今天上海队等于说应该是就是弗莱尔一个外援，对，单外援作战，小外援呢，场上来讲虽然命中率投篮命中率不高，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他是非常好的去贯彻了。整个耿哥教练对于他的一个部署跟要求，他把上海队的节奏掌控得非常好，该快快，该慢也慢。场上有半场比赛有七个助攻啊，有七个助攻，三个篮板，八分，啊，所以如果在进攻命中率能够再提升一些的话，我认为他的表现会更加的出色。非常出色。啊，总体来看，上海队整个第一、第二节的比赛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的一个计划在走。是。我们本来说今天其实看到阵容的时候会替上海队第二阵容捏一把汗，我们前面讲了说浙江队今天第二阵容上来之后可能上海队会比较困难，结果没想到今天上海队第二阵容上来之后反倒是打得更为出色这一方。其实我觉得篮球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我认清自己，就是我第二阵容我知道，哎，我这第二阵容的缺陷在什么地方。是。那么你不能够光看缺陷，如果你光看缺陷你不去想自己的优势的话，那你就必输无疑了，是吧？但是我看到自己的缺陷，但是我要知道我的这个阵容也有我自己的优势，那么我这个优势在哪里？那么我既然认定我有优势的话，缺陷没办法，但是我优势要把它发挥到极致，是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快灵准发挥出来。这一点应该讲在第二届赛队有一段确实是打出了自己的这个风格。今天啊，浙江队上半场也是不停的在让三名外援轮番的登场，去找更好的一个阵容的配置。这其实对于王世龙指导来说，也是需要去考虑。尤其是盖利上半场，他可能个人这个情绪有点这个受到急啊，其实都是急，三次的犯规，有两次至少都是这种急躁的情绪的一个体现啊。对，所以我就说了嘛，浙江队不是在于阵容方面，因为你今天人还是比较整齐的嘛，是内线有高度，这个外援也比较齐整。啊，人员都摆在那儿，你这个优势是有的，关键是你一着急把这些优势都忘了，你这跟上海队在打上海队所要的比赛的方式跟节奏了，所以我相信在中场的时候浙江队也会做一个总结吧。非常感谢梁老师的一个半场点评。那么观看直播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到您，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正在为您独播新赛季首轮的对决，此时此刻呢，为您转播到的是四川对深圳、北京对吉林、宁波对天津、福建对广厦，以及本场浙江对阵上海的比赛，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咪咕视频收看。那么新赛季开始了，希望也可以大家约上三五好友去打球啊。那么打球的同时呢，要为您安利到我们的一些装备。如果您需要购买新的球鞋的话呢，可以买 CBA 的正版周边上咪咕商城。李宁的空袭时 CBA 球队配色款球鞋重磅上线。空袭时呢，延续了空袭系列实战鞋当中出众的防滑性能和抓地的表现。那此次特别推出了上海九日以及深圳马可波罗两款专属球队配色，所以上海和深圳的球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限量限渠道发售，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由于呢，可能就错过了，心动的球迷朋友们现在可以进入到竖屏模式下，点击热卖按钮可以进入到，或者是您的屏幕右下角购物直播间可以进行抢购，还有包括闪击时和预帅时期 V2 CBA 球队配色款也已经上线了，现在可以点击热卖按钮抢购你的主队球鞋。那我们半场稍作休息一下，稍后下半场精彩继续。欢迎各位来到本季好身材的第二站，捉对厮杀淘汰战，淘汰率50%。哦，吓人，压力可能会有点太大了，挺残酷的，一半的人要回家。本轮对战呢，分为杀之战场、海之赛场。哇，还能这样。本轮对战，出战组会选择对手，应战组会选择场地。我们选择龙武老师。真要走？我远在场，实在不好意思。杀场！死定男的，不好使。你得拖住男的呀！你先往前上，我不上了，我都使不上劲儿，没法弄了。他俩不合，你知道吗？对，
我选择的是金瀚。每个人都会有可能选我们，觉得我们一人是一个软柿子，可以随便拿捏。但我不能让你随便拿捏。专业。这太狠了，这差40公分。面对他就像面对一头猛兽一样，你一般人你是轮不翻他的。我不会放弃的，光脚还怕穿鞋的吗？我们蚂蚁把大象扳倒，那不会很棒吗？加油！挂上了。应战组选择赛场之前，出战组当中的海诺有话要说。是爷们儿，沙场见。我想喝口水，口渴了。哇，有火药味。运动员准备倒计时。欢迎各位回来呢，继续收看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至24赛季 CBA 常规赛第一轮，浙江绸州竞速队在主场来对上上海九世男篮的比赛。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浙江绸州竞速队目前是在主场落后六分。看看第三节啊，这个浙江队是不是能够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啊？盖力好球扑进来，小抛射啊，分先打中。那盖蒂的个人能力是确实强，没什么好说啊。上个赛季已经完全的证明过自己。哇，我这防守啊，今天第二节上来，这防他的刘真进攻端打得这么好，对他肯定是有刺激的。王哲林扑进来，好球，左手上来漂亮。王哲林这个球假动作，等于说他的节拍啊，刚好比于家豪快那么一丢丢。是。陈太鹏今天打到目前为止，他的个人进攻啊还没有怎么打开啊，这个球给进来给的不错。是，我还是要称赞于家豪在今天表现所体现出来他的进步的地方，对吧？这个球被过了没办法。刚好是一个剪刀差的一个突破点，但是于家豪的顺下啊，包括他顺下以后的接球，明显的要优于上个赛季太多了。这边的第一发先罚中，而且作为大个来讲，他的手感确实是好。他跟佩里这个内线组合的话，手感是相当的出色的。佩里上半场其实也给我们展现出了他在进攻端的各种的进攻手段。佩里小打大，给过来刘真，再给到王哲林，
费尔在突的时候呢，其他无球队员一定要动。对，一起来，换成左手上，这个球没打中，救回来之后，刘铮要三分。大王冲抢篮板球啊！哎呦，这个球又抢回来，又拼过来。费尔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投中个人第一个三分，还是没有。这个球给了一个前场球。这上海队篮板球拼是拼啊，嗯，每个人都在拼。费德勒今天在三分球线外是五中零，这个除了这个今天这个投篮手感，其他做的很好啊，这还算给他鼓励对吧？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刚说的，这是一个两分球。外线好球，这是个好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嗯，王子路到位。对，周周今天投中的第二记三分。李天荣拉回来之后呢，要做一个中距离跳投，没有打中篮板球，还是大王拿到啊，再给回来。这就没办法了。二次篮板下来，整个的防守，就是你不能够先跑，因为看到队友抢到篮板球，你才往下走啊。这都已经去快下了，球还没到手，花人都没了。王一博再给回来，王子路上线手递手，继续交给陈帅鹏，还是需要，大个儿拉出来。二加一，又是一个二加一。两次啊，今天两个假传真突啊，而且还是要那句话，看到于家豪的核心力量的进步。对，大王这边是不是要下去啊？我还继续的把大王留在场上对抗，你看对抗完之后最后的投篮，因为大王的身体完全压过去了，这球是必吹犯规。于家豪今天拿到了14分，7个篮板，效率非常高。嗯，很可惜啊，这个加罚没有罚中，刘铮把这个篮板球给拿下了。换成上海队这边进攻，林俊威，给到刘铮，李天荣防得不错，踩住了这个底线啊。李天荣他的手感也来了，这球应该说王一博的防守协防到位，最后顶住第一步的突破再上去没有给空间。李天荣这个就是靠干拔的实力，这种球其实在上个赛季很少见了。上个赛季啊有点迷失啊，对自己定位也不太明确，是信心上面也受创。哎呦，这下没收住啊。这应该这么讲，大卫呢对浙江这个战术呢他已经有判断，没错是吧，但是你判断是判断，这脚底下还是慢了那么半拍。上半场其实同样战术一直在打，一直在打，左右左左右右，手递手以后打 flare。 大卫呢判断到了，但是判断到呢想要断裂球呢来不及了。哎呦，这个反调，两个人没有沟通默契啊！费雷尔快速的突破，再给回来，李天荣直接要三分。可惜这个球短了，这就可以投的，机会不错。王一博再给回到陈帅鹏，哦，好漂亮！哎呦，这个球啊没有拿稳，这球跑是跑了，机会出来了。是，浙江队的失误球还是多呀，太多了。半场比赛12个，现在还是继续失误。好球！哇，这个球你看还是核心啊。盖利有没有三分？还是没有。盖利今天三分球失准。李天荣突起来，这个球啊，于家豪在身后等着冒你。最后这下李天荣球啊也有点没有控制好，靠人的没靠住。
这样再给过来，这是个转移非常不错啊，突进来。哎呀，可惜啊，前面的球转移都相当好。顶着人上这个球阻挡，吹阻挡犯规了，吹了费雷尔的阻挡犯规。现在这个场上局面，王世宏指导也在想办法啊。这个球，就裁判呢，可能还是认为费雷尔他没有完全的站稳。对，毫厘之间，真的是毫厘之间。这球，王子路这边是两发全中，两边的有点肢体接触，对，没事，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都冷静下来。比赛就是看哪边能够更好的控制情绪啊，少犯错，对，少犯错，控制比赛这个节奏，谁就有机会去赢得这个比赛。两边的分差本身也不是特别大，还是大王。其实上半场两队都有犯错，哎呦，这个球很危险。就这样队犯的错误更多一些，所以落后。再给到于家豪这边，给到四十五度角外线要三分，这个球歪了啊！一看又是一个前场篮板球，大王在身后掏了一下，可以拿，没事。陈帅鹏自己来了，哇，这个球打得硬啊！这球他其实一看大王过来的话，他就是跟你拼速度。国家队训练里可能就这么打的。大王，大家别忘了，他其实是有三分啊。犹豫了，转换前场二打一，背后传球，两分拿到，精彩啊！这球王一博打得很冷静。王一博，你会不会觉得他是长球啊？对，我觉得这个以前就是猛啊，是吧？现在就是我说就刚中有柔了。大王又一个封盖啊，接着抓转换，如果这波再打进啊，刘鹏指导这边要叫暂停了。太小了，这边被吹犯规。你看，在封盖完之后啊，于家豪又再次跑回来跟进，参加这个进攻。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跟得很紧啊，这个是好封盖。这于家豪的速度明显提升了。于家豪今天在场上表现出来，对于比赛这个影响力，远远要大于上个赛季他的这个表现。大太多了。看看这两次的罚球，有机会把比分给追平。大王这段时间打得也累啊。刚才大王呢，觉得这球有点干扰球、因为我们刚才的角度呢，也看得不是很清晰，是不是大王这球有没有先打到板？但是呢，刚才那个速度太快了，啪就攻回来了。但是从慢镜头看好像是一个好帽啊，两发全中，那这样的话呢，把比分的分差给抹平了。刘鹏指导这边也没有选择叫暂停啊，这样把比分给反超了，不好意思。那上海队非常不利的一点，上海队现在犯满了，浙江队这一节一次犯规没有。费雷尔自己来了，费雷尔还是没有啊，他这个三分球的手感还是需要去找一找。快速的上球，火，这要叫停。哎，这波进攻，我是觉得刘鹏指导可以更早一点叫暂停。就是刚才被翻过来以后呢，他想再看一回，但是呢，有点感觉搂不住。对，这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进攻选择。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球投也不是不能投，也行。对，而且你要说概率的话呢，今天的命中率不高，该进一个的时候他还是不进，怎么办？
因为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在面对浙江队这个阵容的时候，因为以前上海队碰到困难的时候，大王他是去解决问题的，是吧？但是呢，今天呢碰到于家豪在内线呢，大王这个优势不是那么明显，你其实你顶内线顶不进去，形成不了威胁，所以你要靠投射。那么刘铮呢，我上半场都说了，他刚才那一段连续得分，他不可能这场比赛斗争，因为他不是常态、啊，他不是类不是这个类型，对吧？你反过来说，你说郭浩文他有可能他一场比赛都能够那么拿分，但刘铮他不是这个类型。那么这段其实赛队出问题出在进攻端，谁能够拿分呢？就是我们说考验上海队的地方是，那么浙江队不一样了，这一段的分得分点呢又开始开了，但是有一个于家豪这个点的一个优势打出来，他有抓手的。对，浙江队还是很明确，我就防反啊，防下来之后抓篮板球，然后我快速的上球抓转换，这连续的打成几次之后，分数上的就非常快。就上海队要解决，现在要解决进攻问题。进攻问题，对，进攻问题。你这个我们说进攻问题有些时候要靠外援的硬猜，但是弗莱尔今天那个手感不好、投篮的是感觉确实是差，他其他做得很好，但是投篮不行，他得不了分，是强猜不了。现在问题就是你的确在外援这一块你的调整的空间没了。你认为一个外援人家仨外援是吧？浙江是三个外援，弗莱尔还是得让他在场上，没办法，你这个不能全花班打。对，重心压得很低啊，把罗汉琛拿上来，看看小罗能不能够通过。哎，这是个好机会，费莱尔底线突进来，还给这一手啊！哎，你看还是哇，这个球大王厉害啊，压着表。这后仰投篮，这个球王松主教练只能摸摸鼻子，因为已经防到位了。是，这球最后费莱尔有点甩锅啊，再给了大王。于家豪在内线的这个震慑力的确是太大了。盖利，好球，再转，转得非常好，底角的三分球，打得清晰。浙江队这段时间是抓住了这个比赛节奏。这个节奏，浙江队就是刚才我讲，你有优势，关键你要能够找到优势来打。那么这一段浙江队是做到了。是。对。没问题啊，这些打到目前为止才第一次犯规，传的也好，于家豪分的也漂亮，这完全就把自己的战术套路给打出来了。而且第三节呢，浙江队的三分球命中率也确实提升，有提升啊。王自如包括说王一博都是能够在外线有命中，王一博做调整，五前又回来了。对于这张队来说，他们阵容还有调整的空间啊！你想想看，刘泽一还不在呢。哎，大王，哎呦，这个球没有看表啊！其实大王这球可以选择投三分。是，今天啊，于家豪很明显，我就是守在里边啊。大王也不是说他没有三分，这球呢，一看离那么远再往里冲，于家豪他就蹲在这个内线，我蹲在护框的位置等你了。进攻时间也不够。有的时候啊，队员还是对自己的这个状态自己心里有数啊。今天大王很明显在三分球线外，他不太敢出手。哎，这个就麻烦。凯利啊，协防吗？要过来帮忙吗？过来啊，假的掏一下。没办法。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低位啊，你协防你要过来就得快，对，你不能够说他投篮都做出来再去，来不及的。包括说你要选择及时的夹击，逼着他把球给掉啊。是。那就在防守的这个选择上面还是有问题。再给到罗汉琛，小罗突进来，小罗上来就是要解决进攻问题。对，这个呢，就是看到这个刘指导对于球员还是很了解，没错，对吧？最后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该用谁还是比较清晰的。又来了啊，这边又是。进攻犯规，右手有推人动作。这个球呢，盖利啊，一看是费莱尔防自己，想充分的利用自己身材方面的优势，结果呢，有点太发力过猛了。浙江一定要吸取上半场的经验教训，你别分数一领先你就觉得就浪啊，就开始觉得我快点把拉到拉开啊，你还是要保持这种正确的比赛心态去打。是，
雷吉佩里上来，这样的话呢是把盖利给换下去，盖利四次了，对，第一保护一下，第二让他调整一下，另外呢应该也是让于家豪下去休息。这个小阵容大王往内线打呀，这个球下手了，对了，这当然对大王的体能的消耗压力是比较大，没错，是吧？但是这样的这个阵容呢，大王一定要成为一个主攻点，奔篮去。哎，对，但是罚球啊，看看大王这罚球的问题能不能够提升？你不能说我能光获得罚球机会，但是罚不进球。啊，今天之前都是两罚一中的一个状态啊，看看大王这一次啊，第一罚先罚中了，这是一个好的。心理暗示啊，至少对于大王来说，而且这一段呢刚好是机会，就于家豪不在场上，对，大王一定要能够发挥内线的得分优势。大王其实今天在场上整体的一个效率还是挺高的，打球两发全中，也让大王休息了，得调整了，严鹏飞再上来，因为还有第四节，对，你说这一节不能够用尽，至少这个回合大王在内线先拿两分，是。杨鹏飞这一节开头打了一会儿啊，然后现在再上来，哎呦，这一下要控制自己的身体，因为已经犯满了。对，这个犯规你看离篮筐那么远，离篮筐那么远，这种犯规你就是送分啊，不划算，这个太不划算，而且一定要适应这个赛季裁判的这个判罚，吹罚尺度，对，这个手部吹得非常的严啊。林啸天。林啸天今天有点不在比赛状态啊，他这个第二节上来打那段时间，急躁啊，今天就上了五分钟，两发一中，那这边陆文博再上来，陆文博今天上半场，也没有太多的表现的机会。陈麦鹏下来，看上海队啊，能不能够抓这段时间，对手上衔接段阵容时候，小罗再来又造成犯规，看这个球给了投篮犯规还是一个普通犯规。这个呢，小罗是靠经验赖以犯规啊，就制造你一个追尾。没错，一看你防守要补防冲过来的话，我就往你身上靠。你看，小罗还是打经验球啊，是，这罚球应该是没罚进啊，镜头没带到，自己也是很懊恼。这大王进了，轮到小罗不进了，真是。今天啊，前面啊五中五。没有量，今天第二次两发不中了，是，这对于小罗来说是比较罕见的情况啊。那追分的这种时候，这种小分是很重要的。李啸天，再给过来，吴田，中路突进来，这个球啊，佩里跟进的不是特别的及时。他觉得这个吴田应该自己上，自己上了，对。但你自己上，你也得跟进篮板是吧？又犯规。这个球应该还是一个普通犯规，没有到投篮。前场球，中央队这边要再换人。前场球，刘洪全底线发，严鹏飞拿一下呢，再给到刘真，还是要找小罗，小打大急停之后的中距离，好球，手感真好啊！是因为现在弗尔下去的话，小罗肯定就是要去带动进攻。今天除了罚球，是这还在懊恼刚刚那两次罚球啊，这个球投中之后，他可能觉得莫名其妙。是，两队的分差呢来到一分，哇，上线停球了，我这次上海队。防守强度来得很大啊！这个吴前出球出的有点慢，刚才那球。正面的三分，哇，林山不错啊！真的是不怯场啊！是。
要不然我们说王胜龙指导也不会给到他那么多的一个上场时间。这首先来讲，这年轻球员防守在线，是第二个呢，有身高2米03，你看这进攻呢有出来机会呢，他也敢打，就证明这防练训练是到位的啊。无球进攻，又一个三分球投篮犯规。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吴前啊，确实在现在这个阵容里面，多打打无球，多打无球，多提升无球进攻的打法，这会更加有效率啊！你看这个球很明确做了一个定位掩护啊，让吴前兜出来接球之后直接出手，这球扑的有点太靠上了，严鹏飞身体没有收住，这样的话呢，直接是给了吴前三次罚球的机会。这支队这段时间，尤其这场比赛，其实好的一点是他们始终能够，至少保证有一个场上核心能够在场上。于家豪，包括说这段时间前阶段阵容里面无前，上海队这边呢，其实当大王啊，包括说费雷尔可能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到底这个阵容里面要打哪个点，谁能够站出来？刚才小罗是站出来。对，你看这段时间得上袁唐文了，你还是得让费雷尔休息啊。你不可能说真的就是哎，好球啊，领得漂亮啊！这个 leading pass 给的相当的出色，就是让小罗打好了，是吧？袁唐文来控，没错，他本身来讲这串联能力也是很强的。对，因为其实，在原本的这个既定的阵容里面，袁唐文是配着冯莱一块上的啊。鲁文博的三分来了，目前也确实做这个机会啊，做得太舒服了。是，哎呦，这个球衔接传丢了，他觉得也没敢往下走一步了。假动作，再来，这个球年轻人还吃晃了，吃晃，整个点起来。这大威整体的他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没有那么高的，他很多都是假动作。中路再冲击，哎呦，这个球啊不给基地，其实直接上篮了，传有点靠后。嗨，失误。两边啊，这个传球都有问题。错来错去。哎呦。佩里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当强的，从两队的这个犯错空间来讲，我觉得上海队更小一些，所以呢，你这最后上海队，你这个浙江队犯错，上海队也犯错，反过来浙江队还是打进了，没错，佩里，你从这个球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个人的进攻能力，哇，你要想2019年他可是那支美国 U19的 MVP 啊，那支队里面队友都是谁，什么哈利伯顿啊康林汉姆啊杰伦格林啊，他呢打的位置身高吃亏，的确在这样一个阵容里面能够拿 MVP， 这个青年队球王的确这个哎呦，这个球是哇3+1啊，小罗这个球太关键了。对，就小罗他这个球员他有这个特点，就是他有些时候你就是把这个责任压给他，对，他真挑得起来了。你别给他太多的比赛任务，别让他想太多。比如说他要想得分，又要串联，又要得分，他就太难了。有些时候反而会犯错。是你让他 你说你上去现在就要给我得分，找机会攻。他简单点的话，他真能担起这个责任。没错，其实我们说从李春江知道之前来到上海队之后，给他小罗定位变成二号位之后，他在场上效率其实是很高的。这个阵容里面让袁唐文打一，小罗专注的去打二，你看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双后卫虽然这个身高不高，对，但是有特点。是袁唐文啊，罗汉琛、费雷尔这个小个组合，啥时候看这个刘洪主用三后卫？对，三后卫，包括说你李天荣、李洪全，这上半场排出那个死亡五小啊，可能效果包括说这个在阵容方面是被迫的去启用，但是也不失为一种思路嘛。那你在没有人可以用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用一些特殊阵容，没错，就打自己特点嘛。你这个解决不了一些先天的问题，那我就是要打特点了，拼进攻啊，我就把特点打出来我才有机会，否则的话我这就没机会了。小罗也是这支上海队当中啊，目前效力球队时间最长的一名队员了。
就刚才天宇所讲的这个中生代球员，哎，是吧？对，硬要算，的确小罗这可能是这支球队当中所要倚仗的这个中生代的球员。嗯，来看看浙江队这边的进攻，依旧是守一个全场的第一人，让盖利来攻最后一攻。嗯，第三节李荣泉来访，还是换防，卢文博看看这个三分，哇，卢文博在这个位置这一节第二记三分，是他投篮的稳定性确实是整个浙江队是最高的一个，是就定位投篮。上半场没有出手啊，到了下半场之后在这一节投中了非常关键的两记三分。卢文博的这个球一投中了，也是让浙江队其实稳定住了这个比赛的局面。是王冲教练呢最后一攻用盖力上呢就是达到效果，嗯，他这一突啊吸引了上队三名球员的防守，没错，甩出来卢文博三分。目前呢双方的分差呢是七分，当然还有一节球的时间，还是有的打。嗯，浙江队有不能够有任何的放松了。对，上海队至少从今天这个比赛上来看，缺少的两名绝对核心的一个情况下表现出来韧劲啊，是值得称道的。我们来看看第三节打完之后一个技术统计情况，在这一节浙江队是把命中率给反超过来了啊，三分球方面呢两个队都是投中了六颗。嗯，罚球方面上海队这边真的还是老大难的问题啊，篮板球上海队赢了两个，助攻数浙江队这边这一节是压过去了啊，赢了四次，多出来四次的助攻。罗万琛在第三节球队处于落后的一个情况下呢，也是把自己得分方面的特点啊给展现出来，帮助球队一直是紧咬着比分，不至于在第三节被浙江队给拉开了身位啊。当然我们说从第二节打完落后六分到这一节打完之后呢领先，浙江队第三节整体上还是做得相当的出色。浙江队中场的时候呢，我相信也看到了自己上半场的一个问题，对，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做了调整。但是呢，上海队确实也打得相当的顽强，嗯，用自己的特点来跟浙江队周旋。这个比赛呢，其实上海队的心态还是比较好，哎，对，是吧？就是说我肯定是跟你拼嘛，对吧？我阵容也不是那么整齐，我如果拼不过你，这是另当别论，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接受，而且还是客场比赛，对，但是我一定会给你施加压力，嗯，这一点上海队到目前来讲还是做到了，是。包括说其实像王哲林也好，刘铮也好，两名外援回归也好，这样的一套阵容没有磨合太长的时间。大家别看好像这些队员，尤其还有一些年轻队员的加入，嗯，很多人核心阵容都是在一起打过一个赛季，但是其实还是需要磨合的，是一样的。第四节上来之后呢，因为上海队是落后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刘鹏指导还是比较早的把王哲林啊，包括说这个费里尔全部都提前拿回来，而于家豪这边呢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大王要小心啊，这个球又突得太深了，这球再往里去就很难啊，轻松的转换，千万啊，这个上海队这个失误，啊，我还是那句话，容错空间浙江队肯定比上海队多啊，没错，上海队你真的没有什么犯错的空间的。对的，又小心，又是这个位置，不要再往里去，哎，因为这球往里去真的没空间的，这打得急啊，连续两次往里面，是这球往里扎的话，没有三个人的包围，绝对不能进去了，啊，就没有提前阅读防守，啊，对，李荣泉的这个突破的选择的确是有待商榷，包括说刚刚费里尔突进去之后的这一下，等于说又是出现了两个误攻啊。吴前中路突起来，好难啊，这个球又是打进，那这样的话呢，浙江队把比分的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了，今天最大的一次领先来到了11分的一个分差。
给点几天的中距离，今天中距离的手感的确还是不错。哎呦，这球还好。说老实话，这球小罗的协防速度真的是比较快，否则的话两分就没了。身体一靠，拉开，上篮的一个角度。篮板球还是大王能够拿下来，交给罗汉琛快速的上球，李天荣继续的交给费雷尔，上线呢这个球吹到陈帅鹏的犯规，陈帅鹏这一步上的太凶，你防这个费雷尔这么小个是你这一步上去，这个球又失误啊，太大意了，这球没保护好。陈帅鹏卢文博手递手交给吴前，再交给卢文博啊，看看想把球呢努力交给内线，哇这个球太难了，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防守也没失误。这场球啊至少让我们看到佩里的这个个人能力稳定度还是可以，还不错啊！上海队这段时间进攻打得有点太着急了，又来了，哇，封盖！哇，玩起来了，有点啊，又是一个中场篮板球。这是一个小打大啊，目前中路突起来，跟的还行啊。骑马射箭，这段时间浙江队这个进攻完全打开了，没办法了。吴前的得分爆发也那个一瞬间出现了，是，因为刚才那球马典成的防守，他其实没有被甩开，没错，对吧？但是呢，谁叫你这防的是吴前呢？对。上海队教练团要想想对策了，是在这第四节现在分数被拉开，你这调整的难度就更大了，没错啊，包括说你的整体的这个队员的体能，尤其是几名核心队员的体能在下降，今天整体他们在场上这个打的时间段啊要比浙江队的这几名核心球员打的时间段要来得更长。马典通刚才那球呢确实没经验，是其实你不用停了，对，直接就起就完了，对，刚才那一线你拿到球这个有利位置，而且你身高比陆文波高啊，陆文波才1.96米，这还等什么？一等的话，这个贝里回来了，协防了，没事，回去看录像啊。年轻球员就是交学费，交学费，你回去看一下，知道下一次碰到这种球，我就直接上了。对，今天雷吉佩里给我们留下了还是比较深刻的印象啊。这浙江呢，我们说赛前都说了嘛，看看这三万元是吧？另外一个小万元。纽曼就相信啊这个盖利加上佩里的这样一个大小外援的组合会是这个赛季王世龙指导比较常用的一套阵容啊，比较稳健稳健，对，外援。你看这段时间浙江的队员脸上也能够露出一丝笑容，因为这是第四节，对啊，第四节了，而且这个情况就比较有利，现在这个比赛节奏是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上海队看看这个暂停叫完之后啊，球队在场上的这个状况怎么样？时间绝对够啊，才9分多钟，是，这一段是关键，对上海队来说。哎，机会，好机会，看看小罗外线三分没有了，篮板球，这个球应该是先踩线了，前场球。对于刘鹏指导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
应该是五年之后再次作为主帅。对，李天荣，这个球又是犹豫了，你看，就是没有看后面还有防守，就前面被延误了一下的，就这么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要知道后面其实还有人回来协防了。伦博这个球盖得很干净啊，来，好球，那李天荣中距离还不错。至少李天荣今天给我感觉就这个打球的那种信心是回来了。对，上个赛季真的是有点太畏首畏尾了、啊。对，一看这眼神都迷茫了。嗯，因为的确一失误就得下去休息。费德尔这边也是追得比较紧的情况下呢，赔上了一次犯规。今天的确是很尽力啊，但是、有点无奈。哦呦，陈帅鹏也开了，拿球就投啊！嗯，这对于上海队来说非常的要命、啊。对于浙江队上半场十二中一的三分，对，但下半场的三分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多点开花啊，不只是一个人打开，就是很麻烦。本来我们就说浙江队的这几名队员，就是每个人的个人的得分能力都是不错的。你看，这有信心啊！你看，换了一个比我矮的人，对，而且我觉得有点欺负那个队长的意思啊，直接就是拔，我就干拔了啊！陈帅鹏经过上个赛季半决赛和决赛这个比赛之后，他有点球星范儿起来了，是打心动，是大王来一个，今天第一记三分还是没有。吴谦再给他佩里，他这个小技术啊是真的不错，很可惜啊这一下，而且他打球节奏挺好，嗯，他这几下运球有点扣位动作的这种感觉啊，好球，大王来了，哎呦，这是一个打手，王松教练呢，他觉得佩里他是垂直起跳，是，但是大王呢他是做出投篮动作了。考验一下大王的罚球啊！之前的两罚全中。上海队这边罗汉琛又要下场，应该上刘铮吧？应该要把刘铮给拿上来。这个角度啊，不太清楚啊。这王松呢，觉得大王这个球啊，自己感觉有点手滑，有点手滑，对。因为刚刚这机位啊，正好中间隔了个人。是。那大王这段时间罚球的手感还不错。发球要找感觉，嗯，所以要找到这个姚明帮他捡球的感觉。对，这可是我们说，哎呦，刚说着呢，又是一个冲抢前篮板球，看看这个球应该是又造成了稠州的犯规啊！这个球李天荣抢得不错，速度比以前要快。而山这边也是被换下，你看他身体条件是相当不错的，真的好，真的好，这才多大呀？对。对，我们说身上还没挂肉呢，你这个力量身体一起来就会不一样。在场上的确是敢做动作，打球脑子。这边再把王子路给拿上来啊，逐渐的也是要把自己的先发阵容啊给往场上来放，拉回来，利用到掩护，外线要三分，来一个，还是没有啊。今天三分是盖了盖。今天真的是，对于费雷尔来说啊，下一步可能要改善的地方就是要把自己的三分球给解决。身后掏掉啊，接上球。这一段我觉得陈帅鹏跟费雷尔两个人是有点杠上了。没错。这球。停球了，一下可以给，没给，动起来打，哎呦，就篮下呢，大王确实还是不太担心。哦，来了，大王自己要打，哎呀，这一下呀，运球运在胯下就不行，哎呀，转换进攻，好球，你这一失误就完蛋。对，就大王冲一下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再做动作了，是，要就上，要就传了，跟进来，这个球啊，卢文博，你看，我不会让你把这个球给拿起来，送马点陈上罚球线。
因为大王在这个高速运动间，你还要来个体前变方向，那这肯定要丢这球。大王刚刚这个球啊，我觉得是有点带着情绪啊，前面感觉好像被佩里给甩到脸了，觉得说是需要在这个回合里面打回来，结果又是被浙江队啊抓了一次防反。因为你这个身高体重速度一起来呢，你就要不就干脆就是就直接往篮筐起了。对，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去做变方向有点难，这个太难，给自己上难度。马典成这边第一罚没罚中，文班亚马应该可以。马典成刚刚也是通过罚球拿到自己在 CBA 联赛里面的第一分。这个他的身体条件其实是比较能够适应目前这个对联赛的对抗，这身体确实好，是相较于其他这几名年轻人来说，哎呦，这很可惜啊！哎，这球传的，嗨，危险了。李天荣再给过来，三分有没有？还是没有啊！今天这真的就是找不到准心。在打阵地，没有走掩护这一侧，陈帅鹏明星球了，开始啊！这我觉得就打开了以后呢，心态也放松了，确实具备一定的这个个人能力。没错。陈帅鹏呢也知道王泽林呢是蹲坑啊，蹲在篮下等。是，所以他这球没有直接往篮筐上，半截来了一个骑马射箭。这个比赛这个时间这个分数来讲呢，现在上海队看看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一种方式啊，看看这个暂停完之后上海队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时间跟分数对上海队已经很不利，很不利，对。而且可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说，这场球呢你能输啊，能够接受。就是说赢不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就看对球队对于目前这个这样一个情况下更多考量的是什么，你通过这样一场比赛追求的是什么，包括说你可能这场比赛让马典成这样的年轻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啊，而不是说我继续的放按部就班的按照常规的思路放着严鹏飞或者任骏威这样的老将在场上啊，给到这样的球队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新的尝试，可能是目前刘鹏指导会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毕竟我的阵容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可以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比赛。今天吴前有八个助攻。对。吴前这么打的话，这又是最佳第六人。对。还是把主力阵容留在场上。说这个赛季要打52轮的常规赛，其实对于年轻球员，而且主客场啊，哎，对年轻球员多的球队，包括说板凳深度厚的球队，会是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这比赛你看到现在，于家豪还能够在场边歇着，是，好球。好球，还有接近6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分数呢，浙江队呢也没有到松的时候。说实在话，哇，自己持球攻啊，他手上感觉非常棒，相当好啊。其实。这个雷吉佩里在夏天代表勇士队打的夏季联赛的时候，他个人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可能勇士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选择说把他签下在这个阵容里面。嚯！这球传的，这个球不是吹到陈帅鹏这里啊，吹的是一伟啊，吹的是王子路这里。对于王哲林应该是有犯规。
其实像佩里这个打法呢，跟勇士其实还蛮匹配的，能不让他去训练？对吧？但是他还是个太小。对，包括说勇士已经够小了。是，包括说他的这个防守，其实是有点达不到 NBA 的要求的。可能这场比赛里面暴露的没有那么的多，他的这个低位尤其是一对一的防守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强的，但是至少在进攻这个环节上面他比上赛季赖特可强太多了。就是赖特呢，赖特是什么，就是打好了这天下无敌，打不好无能为力。对，但是无能为力的比较多，是天下无敌的场次不多。对，我是播到过一场打神了，总决赛第一场嘛，对不对？我说可能一个赛季就这么一场爆的，结果球队没赢球。我不能够等着你这爆一场，是。你佩里啊，包括说这个盖利，他这个基本盘放在这儿，基本盘要稳定发挥。哦，挡拆，哎呦，这个球，嚯，这个球太难了，传的不太到位。你看这传球也是他的可能一大问题。王子路这边也是被吴前再回来，还是要稳一稳啊。五分钟左右，是对吧？这分数呢，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对吧？你要再稳定个两分钟左右 ，OK 了。吴起来，终于这条线给封死了。转出来，外线李天荣要三分，现在要扑、好球。对，现在这个机会就是说，我不是说在。一定要打出分，我得创造机会去争取机会，没错，得分。王一博还是中路搭档拆，佩里这个球吹犯规，这个挡拆以后啊，大王防佩里是有点困难，对，因为他也有中近距离的投篮，是。那么你上的话呢，他又有一种节奏变化去跨步脚步突破。没错，佩里其实他，而且他有这个三分篮的，但只是说这场比赛里面他不太投吧，不需要投啊，因为他在内线今天的这个终结球的效率还是非常高，手感还是相当不错。而且呢，他这种节奏吧，就是说，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底，觉得，我在这地方，你大光你没有到位的时候啊，我一拿球，你肯定被动的，是我有把握，我能够突你，我能够攻你。如果协防呢，我就能够分球。没错，而且因为第三、第四节浙江队的这个外线三分球命中率开了，完全是开了，所以这空间就出来了。这边呢，菲利尔斯打中。对，菲利尔今天这个中距离跳投命中率还是可以。是。哎呦，这边身后是有犯规啊！都在喷的也有经验，就是喷到小个儿，他知道这个菲尔跟他有点那个杠起来了，对吧？他这个球还是保护的非常到位。大王这边被换下啊，我感觉上海队这场球可能就收兵了啊。从目前的这个时间和球员在这个阵容在场上效果上来看，你要想去追分是比较困难。因为等于你就是上一个完全的小个阵容在场上来了，完全没办法，没办法，内线挡不住我。15分的一个分差，你说三分多钟，你提不起这个得分的爆发力啊！李天荣再转到上线，李洪权接球之后直接出手，这球是一个后场球。他太清楚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哎，没错，啊，看菜吃饭是。打大王呢就用节奏，大王一下呢也不需要节奏，我直插篮底，直接杀到篮下得分。哎呦，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哎，嚯，一看要丢，嗨，又丢回来。前场多打少了啊，转换当中三分，陈帅鹏。下半场，下半场全开了，对吧？浙江队下半场三分球全开。对，嚯，这个球被吹了一个打手犯规。佩里这边啊，情绪也打起来了啊。下半场给了他充足的
展示展示机会啊。嗯，就是确实这阵容打得好的话呢，就于家豪这个明显的就也让他调整，嗯啊，不需要上。下半场浙江队这边的进攻是完全的苏醒了啊，李洪权这边呢也是第一发现罚中。这上海队其实下半场更多的放的这个阵容呢也确实是进攻阵容，没办法，因为整个防守你要说完全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是你在解决不了情况下也只能够拼一拼进攻。进攻的某阶段性来讲，上海队打还是可以，包括小罗那阶段性的一个得分。对，刘铮第二节的一个爆发。刘铮第二，但是刘铮，我都一直说他不是说连延续四节他都能够这么得分的球员。小外援费雷尔，包括说王哲林，他们今天发挥其实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正常。但是大王的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他的状态你很难要，对你很难要求他。这个像上赛季一样去展现整场的这种统治力，他还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和调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认为普遍的国家队球员这两个赛季都有这个问题，没错，就是消耗过度。是。就高负荷的打了两个赛季，嗯，是吧？这又是又开始了。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调整，对，中间可能就休息3到4天的时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休息时间。就是你说上个赛季有比较多窗口期，那这个不是国家队的球员还能够做点调整，你国家队球员哪有时间调整？我昨天也跟这个张镇麟和这个赵继伟有过一些交流，的确国家队的球员们太辛苦，我只能这么说。是，虽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对，但是的确这辛苦还是辛苦的，不能够说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就不辛苦。没错，真的是连轴转啊！今年这个夏天，费尔今天呢19中8，他今天唯一做的不太好的就是他的三分球，但是我相信啊，他的这个三分球手感一定是会找回来的。不能够一场比赛来。就认定他这三分就完全不行，没错。今天在整体的串联啊，助攻方面都是做得很不错的。上来上闸机，王一博，还是再给到王子路啊。哎，这边拉开来之后呢，让佩里这个持球的位置有点远。嚯！转到底角之后呢，选择一个翻身的中距离跳投，又一个前场篮板球，王一博抢下来。嗨，这个球啊，给的高度有点太低，结果两个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失误，球权又是给到了浙江潮州金足队这边。2分39秒的一个。比赛时间，这个比赛呢是没有悬念了啊！吴前再突起来，又给到篮底下，还是前场球，进攻时间只剩3.9秒钟。陈帅鹏，又一个前场球，1.1秒钟，嗨，真把时间都用耗尽了。是。来不及吧，压着表啊！又一个前场篮板球，篮底下2+1。上海队啊，大王下去之后没办法了，这个内线实在太矮了，这个高度是，等于说是马典成来配上李洪权的一个内线组合，非常无奈啊！今天阵容方面，上海队今天其实我是觉得三节比赛打得还不错，但是第四节真的就是被对手一波流给拉开了。但是呢，相信啊，这样随着郭浩文包括说冯莱的回归球队啊，这个上海队的战绩还是会提升的。地球传了太过靠后。
无球情况下又是吹到了一个犯规，我们是吹到马典成啊。对于上海队来说，其实上个赛季表现很不错的新人刘丽佳，现在也还是在一个养伤的阶段，是还是没有恢复。所以上海队呢，这个赛季他们提出的目标啊，也就是打进季后赛啊，争取一个前八，还是比较的低调，也是比较的明确自己球队目前的这个阵容的一个定位。先交给佩里这里，看现在三分没有，篮板球，哟，这个球险些又是抢下来，卢汉琛犯规了，起球那下打手犯规，这个时候上瑜伽好、啊、这个时候上瑜伽好这个时间点、有点奇怪啊、我说这会时间点你不如让纽曼上来试一试，让他也虽然是第三位人，你也让他适应这个 CBA 的节奏，因为这个时间点你让他发挥自己单打的一个特点也可以啊。不知道这个王世荣知道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要打打战术什么的就让年轻的几名球员围绕于家豪打打平时练的战术、哎、是这边篮板球的李洪全的拿下来，哎呦，二加一，费雷尔这个中距离的能力是真的非常的稳定。今天这场球啊，也索性让他彻底的来适应这个 CBA 的感觉，因为本身我们说浙江队也是一支外线的防守能力很强的球队啊，你能够扛住浙江稠州队这样的一个外线的防守，你可能应对联盟里面其他的大部分的球队的防守时候你都能够适应。上个赛季上海队的另外一个小外援梅洛为什么这个赛季被换掉，就面对强度不行，对，你一遇到防守上身体上强度的时候你太容易掉链子、上刘子鹏了、上刘子鹏了，这也是上海队青年队的队长，刚刚上到这个一队。再给过来，李洪全，李洪全直接要三分了，也是没有投中。对，这个李洪全三分球这个感觉不太好。也包括季前赛也投的不是很好，因为投篮是他特点啊。嚯！我遭超远距离。哎呦，卢文博，这个领先多了之后啊，也是放松了啊，敢于去尝试。我球。今天呢，对于上海队来说比较好的一点是李天荣找到自己这个感觉啊，跟这个季前赛一样，他的这个表现是像是找回了第一个赛季的李天荣。对，就至少他的有把握的机会出来啊，就他得分命中率很高。对，我是觉得说，即便说这可能是一场两位数的一个失利，但是上海队要从失利的比赛当中找到一些积极的方面。
这个球还打一个啊，又是造成了于家豪的犯规。2.8秒的时间，再送上罚球线。永泉这边呢也是两发全中，2.8秒是不是也不打了？好，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117-102，这场丑陋竞速队呢是下半场逆转啊，通过第四节非常良好的全队进攻的感觉，也是在主场呢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罗安琛也是下半场啊上海队在进攻端表现的最为出色的一名选手。等着啊，来看一看赛后的这个技术统计，整场比赛的一个命中率，两边其实都还不错啊。但是浙江队在下半场完全的回暖，篮板球方面，上海队还赢了3个，助攻数呢，浙江队是多出来5次。我们也是等着来听一听啊，赛后两支球队主教练的一个采访。率先过来接受采访应该是上海队的主教练刘鹏。现场所有参赛的球队们，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请各位在工作人员注意一下，有序退场，不要在任何紧急通道处停留过长时间。好，刘教练您好，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打的也是非常精彩，很激烈啊。对这场比赛，您有什么样的点评呢？上半场我们两家打的都不错，我们的防守做的非常好。让对手14投一中的三分球，但是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可能因为体能啊或执行力不行，有很多出现了一些漏洞嘛，然后他们的三分球发挥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停止了一些得分，所以说我们到最后输掉了啊。那我们也希望您下场比赛能够取得胜利，谢谢您。我们在等着来听一听浙江丑陋竞速队主教练王世龙指导的这个采访啊。王教练，首先恭喜我们队伍获得了胜利啊！今天这场比赛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您有什么样的点评吗？应该说上半时啊，大家还没有进入这种比赛状态。下半时随着这个比赛进行，我们这个慢慢的找到这个比赛状态，但是呢还有很多不足吧，回去总结。嗯，好好，再次恭喜。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 MVP 呢是给到了于家豪，今天拿到18分、9个篮板。2次助攻的一个数据，全场的正负值呢来到了-11。今天这场比赛，于家豪在关键的时间点，尤其是在球队落后的一个情况下，
他在场上的这个统治力是完全展现出来啊。嗯，全场比赛结束，欢迎回来。那热爱篮球的你呢，不妨在手游当中可以寻找快乐。 CBA 官方授权手游终止篮全力以赴震撼上线，七日登录活动呢就可以送到郭艾伦和胡明轩的球星卡，相信热爱篮球的兄弟们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可以点击直播窗口下方的 CBA 游戏就可以抢先体验，一切精彩尽在终止篮全力以赴。那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117-102，我们首先要恭喜到浙江江队在主场拿下了新赛季的一个开门红。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上半场，其实浙江队的外线手感不是很好，但是到了下半场也是及时调整回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团队球多点开花，一个火力全开的状态。我们来听一看两位老师的一个全场点评吧。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下郑浩哥怎么来评价两支球队第一轮的这个发挥啊。就是就像朱晨泽所讲的，就是说浙江队他们上半场呢确实还是没有进入比赛状态，也着急啊，这个确实急躁。那么经过中场的休息后呢，这方面他们确实还是毕竟是强队吧，是阵容也比较完整，能够完全的调整过来。虽然比赛赢下来了，但是浙江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啊。一个我是觉得那个今天他们在整体的一个自己的失误率方面的控制，因为浙江队你不一样，你是亚军球队，你的目标是要他的最高，对吧？他的目标是最高，那最高的话你要做得更好。那么在失误球方面，还有今天篮板球方面，他让上海队抢了16个进攻篮板。对啊，这个篮板球方面他也是要好好去总结了。当然最可喜的地方是在原有这些球员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于家豪的进步啊，特别是我看他妈妈在场边也看得很欣慰，是吧？浙江队球迷也看得很欣慰，因为于家豪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场上的速度、奔跑能力、核心力量、最后的终结能力。所以这一点呢确实可以看到浙江队今天给我们感觉说这个赛季啊，这于家豪这一点的进步让整个球队的这个对抗的等级又上了一个台阶，是对吧？当然对上海队来说呢，今天比赛计划我认为球员执行力还是不错的啊，特别因为今天是上海队是单外援作战，那小外援呢你说他打得非常好吧，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这个今天的命中率不高，是吧？但是呢总体来看他是坚决执行了教练的意图，没错，他让教练让他打什么他能够执行下去，他能够带动整个球队，就是说用现有的阵容去跟对方来进行周旋。那么上海队有阶段性的打得不错，但是无奈你这个面对的对手太强大了，你在自己阵容不是那么完整的情况下，你要去击败浙江队，不光是自己要打得好，你还要寄希望于浙江队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浙江队下半场他完全自己调整回来了，那对上海队阵容不整情况下呢，你就有点这个无力反击了啊！这个当然对上海队来讲是希望他尽快的这个人员能够尽快回归啊，希望能够整支阵容完整的上海队能够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进行磨合。是的，那我们刚才刘老师也是聊到了我们的赛后的一些分析啊。与此同时呢，如果您还锁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要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会员福利了。钻石会员季卡限时五折购，您现在订购到钻石会员可以畅享 CBA 全量精彩赛事。更有高清免广告、CBA 特色视角、超清 4K 投屏、直播间抽奖等诸多特权。季卡呢，限时特惠仅需要40元，现在可以点击窗口下方的季卡五折就可以订购了。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新赛季也开始了，相信大家也热爱篮球，可以叫上你的所有兄弟们进行到球场上打球。那要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球鞋装备，买 CBA 正版周边上咪咕商城，李宁的空袭时 CBA 球队配色款球鞋重磅上线。空袭时呢，延续了空袭系列实战中出众的防滑性能和抓地表现，此次呢特别推出了上海九世以及深圳马可波罗两款专属球队配色，那球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限量限渠道的发售，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的球迷朋友们现在可以进入到竖屏模式，点击热卖页或者进入屏幕右下方的购物直播间就可以抢购了。同时呢，还有闪击时预帅时期 V2 CBA 球队配色款现已上线，现在可以点击热卖按钮抢购你的主队球鞋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比赛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说与评述，也感谢线上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场比赛再见吧，各位拜拜。各位再见，拜拜。